会 <laughs> <laughs> 觉得台湾需要一点更深、深入一点，西。现感情。对，那我不觉得这种、<對>这种不存在，<對>我觉得存在，存在啦，只是没有人做。因为以前有一阵子，我。 带入到女性的 audience，嗯嗯然后意思说你们可以，其实你们也是想要听这些的。那第二个，呃，那时候正在选举，那大家都。 一些多么始终在挂着，这个，很可惜，主流媒体就还是认为说，你这没有商业停掉。那当然他是说都会有去，都会有去参的，所以會就是出发。但是,我是，可以了进场了。进场了，你要戴耳机吗？啊哦呀。o k 大家好，我是 Hank。大家好，我是婷婷。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这里有全台湾第一个有吧台的图书馆，我们称之为书吧。在书吧里面呢，会有一位吧台，我们称之为 booktender。什么是 booktender 呢？我们常说每个人都是一本会走路的书，所以我们会在每一集的只能喝酒的图书馆邀请一位特别来宾，成为我们今晚的 booktender，在吧台中一边喝酒一边分享他们的价值观。 那我们今天谈探讨的主题是婚姻，婚姻是爱情最大值吗？婚姻是结婚还是结仇？其实，我个人觉得是结仇。<laughs> <laughs> 而我们今天邀请的 booktender，我要正经委坐一下，是职业超过二十年，看遍婚姻离奇百态、光怪陆离的家事法权威律师赖方瑜。 Oh my god！哎呦，<laughs> 他本身是提倡两性平权的公益律师，然后他也曾经为不少女星、女明星打过离婚官司，然后为弱势妇女提供法律协助。那我们今天要谈论婚姻，去找一个律师来谈婚姻，会有什么结果？<laughs> 会很多人就需要律师的电话、啊。呃，他今天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问我说。 你如果要离婚的话，找我。<laughs> <laughs> <laughs> 我们欢迎来帮宇耶 <對 S 2> h e l l o h e l l o h、hey, e n r 婷婷好。哎、欸，嗯，怎么讲呢、啊？我常常讲一句，很久如果没有跟我联络，你跟我联络，我一定会问我，我一定会问你，你是要离婚了吗？<laughs> <laughs> 你知道有一次，呃，我记得有个朋友啊，女性朋友，然后她有一次中秋节呢，就准备了月饼呢，她 <對 S 2> 就说：“哎、欸，你这个送去给赖律师。”那你知道那个助理的反应是什么？ 泪眼汪汪的望着他老板，老板你怎么了？他说我怎么了吗？你为什么要送礼给赖律师？<是>你会认识赖律师，<coughs> 一定是你的婚姻出了问题。你知道那个标签到我在我身上多么严重，所以没事不能打电话给你，没有。 你打给我，我只是会问那一句，你要扛得住就是了。那你不要刚好被我说中。<laughs> 你要离婚了吗？然后呢，婚礼如果找我去，我觉得哇，你如果要找我上去 <laughs> 上台说话，我就觉得你好厉害，当离律师上去讲。对、這個，这个这个蛮好的，就是离、呃、结婚之前先考虑离婚的事情。 对呀、啊，你坦白讲，你知道怎么退场，你就你才敢，你才应该才可以进场啦 <是 S 2> 应该这样讲。还有，还有先想好退场机制。对，你知道吗？所有犯罪者都要先看看有没有后门。你知道窃贼的那个犯罪学，就是你那边如果有后门的话，你那个房子就很容易遭窃。OK，嗯，所以有没有也不是说这样想就会容易离婚，而是说有时候你知道婚姻是有期限的时候了哈，似乎大家会比较珍惜一点。 哦，<Okay. S 2> oh. 你知道我二零一九年啊，我身边朋友离婚率之高，你身边而已嘛？对我身边而已，<laughs> 因为其他不不，其他不确定。不是我身边的，嗯，其他我不知道。我去年身边的朋友离婚率之高，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亲 <laughs>、欸、爱的，我告诉你，<laughs> 我旁边的人也是。到底为了什么呢？然后我后来只有一个想法，会不会我比较喜欢离婚的人？哦，了解，因为你这样才可以赚钱呢、啊。<laughs> 你为他已经离过婚了，我应该早有，对不对？我应该早已经结没有，后来发现离过婚的人特别精彩哦，嗯，真的，他们的思维呃，或者是呃，所有的想法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会宽广很多。女性朋友特别，男性我就觉得算了。真的，嗯，现在听起来是在鼓励我老婆，没关系啊，做一些。 我有名片，我名片留在这儿。好,好,好，名片有，没问题，没问题。电话还蛮好打的。<laughs> 突然想到说，欸欸、要有退退场机制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因为懂得如何退场的人，为之好演员，<laughs> 是吗？人生就是这样吗。哎、嗯，这句话经典哦。是啊，懂得退场的人，为之好演员呢、啊。你道、嗯、我那时候接一个女艺人，一位资深的女艺人，然后在打那个离婚官司的时候，哦、然后法官就说。 你呢？我看你，我从以前就看你演戏演这么久，你怎么会是把自己婚姻搞成这样？你知道那位女演员怎么回答？她说：“哎，法官呐、啊，你知道吗？我所有演的戏都有剧本，就婚姻这件事情没有剧本，本我不知道怎么演，<laughs> 嗯、才把婚姻演成这个样子。看来，嗯，大家对婚姻来讲，好像似乎都很没有把握了哈。我觉得这个我有一个想法。” 就有一个感想了，就是说，婚姻里面没有剧本，的确。可是，嗯，这个在我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我就开始去想我人生的本身的剧本是什么。你要先想好那个人设，譬如说，我是别人的妈妈，我是别人的媳妇儿，我是别人的太太，我是现在这间公司的老板，我还是别人的女呃，别人的姐姐啊，别人的女儿啊，就是你一个女人，其实她有很多的身份。 你要如何去扮演好这些角色？但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是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嗯。我觉得哪一件事情最容易让你忘记你是谁？<laughs> 我觉得是当母亲呢。当母亲的时候吗、嗯？对，我觉得为人妻、为人媳或为人女啊、为人子，然哈，坦白讲，都还容易，尤其为人子很容易做自己。 我们只要叛逆起来就好了，<laughs> <laughs> 对不对？都四十岁了、嗯，为人子听起来比较比较容易，嗯、比较容易，对不对？嗯、我只要叛逆起来，我就是做自己嘛，对吧？嗯。那为人妻，我就离婚就好了，没有了。对，当妈妈就不能。为人母，你是一辈子的事。我觉得女人在当母亲这个角色，从你一生小孩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对这个婴儿负有一个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称之为母婴共体。 就是婴儿哭的时候，你自动会分泌那个奶水出来，那个生理它是自动会反应的。那所以你会知道说，呃，你离开你的孩子多远的时候，你其实就会产生一个罪恶感。你离他越远，你就越罪恶感。然后我那时候记得我当母亲的，我自己当母亲的时候，我光要走出家门去上班，我都觉得对不起他。这么严重？嗯，很严重，我很严重。然后呃。 去上班，然后他只要一哭，我婆婆打给我的我就想要赶快回家。我对于我不能马上在他哭的时候在身边这件事情，我也是很罪恶感，就很严重啊。那我后来我慢慢的去，那老公哭，呢？哦，那个真的没不干我的事，一 <laughs> 点 <laughs> <laughs> 老公，老公，老公哭，<laughs> 老公不管怎么样，就是都不关你的事、啊，对，<laughs> 都不干我的事，<laughs> 我身体不会分泌在哭的。<laughs> 我真的不会，<laughs> <laughs> 但是当母亲我真的很不行。你知道我本来是立志要当刑事法律师的，是还有商务律师，OK，想要当一个就是一个，你知道洛城法网那个年代，你知道那个洛城法网演起来律师就是很帅，对，很很很帅。对，所以那时候我每次都幻想我自己可以变成那样的人。可是自从我当了母亲之后，我整个人都变柔软，我开始做性侵害，做家暴，做妇幼，其实跟自己。 变成一个母亲的这个角色很有关系，嗯，所以我觉得当母亲很容易忘记我原来的样子、嗯，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吗？嗯、不太及格，但是也觉得我很棒的，这什么概念？不太及格也觉得很棒，也太了，什么 <laughs> 不太及格？是从老公的角度，或者是从世人对妻子的角度来看，我应该是不及格的。嗯 但是从我自己看，我自己的角度，我觉得我做的很棒。Okay, 为为什么呢？那棒的地方是棒的地方是我维持自己的样子。OK，就是在这个角色里头，我没有迷失掉自己，我还是一直很独立在自己的状态。那做自己呃觉得是有价值的事情。那么但是在呃家庭的角色里头，我并没有任何我自己觉得的哈，我认为我已经做到所谓的民主。 好，就是尊重啦、啊，多元呐、啊，然后甚至包括是给所有人自由。好，这样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为做一个人这件事情，我做我自己的个人，或做跟别人的关系当中，我都给了最大的尊重跟空间。所以我觉得做一个好人这件事情，我应该是没有做错，我并没有做不到，所以我觉得我很棒。但是我真的从世俗对于人妻的角色来看。 我可能是不及格，譬如我从来没有煮过饭，我现在有开始煮，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啊，然后我就会开始煮那个有汤汤水水的。感谢疫情，我突然觉得哎、欸、也蛮好玩的，因为我的那个厨房里面那个那个台子啊，那个上面堆满了东西，那个炉子是没有开过的，就是真的没有煮过饭呢、欸。那老公没有不会煮吗？他也不会煮，所以我们你看 <Okay. S 1> 都很民主啊。那小孩吃什么？小孩也常常小时候跟我讲说媽媽、啊，妈妈家里。 家里没有米也就算了，你现在连回家都不回家，因为也工作。<laughs> <laughs> 他们吃什么？我想问。<laughs> 没有，我就就婆婆家吃了。我跟我婆婆是住上下楼，那、哦、我婆婆是一个完美完美的妻子，完美的妈妈，哦、真的她是。是还好，多亏了有她。真的还是母亲，还是母,親還,是母親还有我很好的公公，其实真正下厨的是我公公，不是我婆婆。嗯、但是就是他们提供一个很好的家庭的那个归属感，是，所以我觉得很棒。 所以支持系统很棒啦。那我能够做自己，我也觉得是要很感谢他们。對像我我们家都是我在煮，因为你应该很好啊。对，然后煮的好吃的人就应该煮不是有一天我女儿，感觉上我必须要夸奖你、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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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天，一听听你,你要不要说什么？有有一天，有一天我女儿好像画了一个母亲节的那个卡片。不是是<畫>是有一个什么母亲节的画画比画画比赛，然后她就画了她妈妈，然后呢？<laughs> 他说：“妈妈，你会煮饭吗？”我说：“不我不太会煮饭呀他说：“哦，好吧。”我说：“哎、欸，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说：“没有啊，因为那个母亲节比赛要画妈妈煮饭的样子啊。但我只有看过你画泡面，哎、呃，煮泡面，所以我准我我要画你煮泡面的样子。” <laughs> 我说：“哎、欸，我早餐也是有。” <laughs> 也有在买，好不好？不是，我是有也是有煎个蛋、煎个肉啊，那也算煮饭吧，对不对？哦，是，是,是不是？干嘛要求这么的？所以你看嘛，这老师的功课就有问题，是不是？是不是？这是老师功课出错了、嗯<是>嗯，那是一枚，<laughs> <laughs> 一枚的比赛，<laughs> 太刻板印象了。是，其实这个年代已经不应该要求说。 男人就一定要做什么？女人要一定要做什么？对呀、啊，应该是说你会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就是刚才讲，你适合你煮饭，就是因为你煮的好吃嘛，不是本来就要会煮的人去煮吗？是<對>，为什么一直照<對>做做不到人硬硬要去做那个角色呢？对，就是会会会做的人做，我觉得会比较好。所以是不是我刚才在讲一个关系亲密关系里头，维持一个独立、尊重、多元、民主的角度跟空间，这是多重要的事情。嗯，对不对？<是>你不，所以我讲多元，就是说你不应该认为。 老公就应该是什么，或也不要认为老婆就应该是什么，而是说他们原来的样子是什么，让他们自在做他们的样子这一件事情，我觉得在亲密关系里头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早期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想象是什么？我们会觉得是呃各自扮演各自的角色，而且在这个角色当中做到一个负了责任。好，我们就常常用角色责任在。 定义婚姻当中的样子。好，举例来讲，哈，角色责任里头，我们会认为家务事是女性做的，对不对？照顾小孩是女性要做的，所以小孩功课不好，当然就觉得你这个妻子、这个妈妈是有问题的。你太忙了，没有陪小孩，你一定会有罪恶感，因为所有的人都会这么讲你，而你也会内化成这个样子。那我们在这个角色责任里头，我们就很难去整理出，那我原来自己的样子是什么？ 你很难去整理出来，你也很难理清，因为没有人要把你放进去，放到那个位置，你就一直一直被画在那个角色责任里。那我们在正在在讲亲密关系的时候，我们总是去期待一个你要负到这个角色责任，我们的关系才会好。如果你一旦没有做到角色责任，我们的亲密关系就在这里会崩解，这时候就一定是离婚的一条路。为什么一定会渐行渐远？我觉得这个是价值观的不同啊。嗯，对啊。 价值观不同又好，我们来聊聊价值观不同这件事。呃，那我先问价值<我>哦，好，没事。好，我知道你要问价值观合不合，适不适合结婚嘛，对不对？哈，我们常常在讲我们要选对象啊、哦，我我自己的看法啦，嗯，大家都会觉得找价值观相同的人是最好。可是为什么我们经常往往会价值观相同，还是走到分手？ 那是思想不一样吧？跟价值观它是拆开来看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两个人，我们两个人价值观其实是差不多的，嗯。可是我们两个人的想法，很多的想法其实是不一样的。来来来来，价值观不一样哈。婷婷<對>，挺挺你的价值观你认为是什么？哦，对我们来，我们曾经有讨论过，比如说在用钱这件事情的价值观，因为它很重要，它是你每一天会去面对的一件事情。用钱这件事情的价值观，必须要是相同的。好。 所以用钱的价值观就是你消费的习惯，对对不对？消费习惯，對對對那你的理财的价值观也跟他跟那个 Hank 也是一致的，是。好，那因為我没有在理财。哎呀 <laughs> <laughs>，这是什么话？<laughs> 没有，<laughs> 因为我没有在理财啊。 你不是在家老板吗？我是，但是他是财长啊，钱是我在管。哦天哪，对，idea 是我的嘛，就是说，呃，这边怎么要做什么事情，方向是什么，然后钱都是他在管的。我们家就是很奇怪，就是我在管钱，我在煮饭。对啊，蛮好的。对，是是是，其实蛮好的。我觉得这个年代，男人跟女人其实扮演的角色应该要开始不一样了，因为以前女生都可能都是待在家里嘛，现在女生的工作有时候比男生赚的钱还要多嘛。 嗯，所以男生在某个程度上是不是应该要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去同意，支撑这样的家？是，这个婚姻可能可以支撑的稍微久一点。这这是也也是一种价值观吗？对，这也是对对这也是一种价值观，就是,就是我就说这是差不多的、啊。我等等于说你对于性别这件事没有刻板印象，<是>嗯，这个事情价值观是一致的。哇，这件事情坦白讲，我觉得是最最珍贵的，因为如果你认为他一定要怎么样，我们在处理婚姻案子的时候就最怕这种事情了。 我们没有一定要怎么样，<對>就是我想吃麦当劳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给我吃，<laughs> 就这样而已。那我一直很希望我的老婆赚的钱比我多，<對>我可以在家里带小孩就好了，躺着<著>。你看这个，这个他们讲这点价值观，我也蛮认同。我觉得这样不是蛮好的吗？干嘛要因为老婆赚的比你多就要？ 就要觉得好像自己很弱或者什么，其实这没什么关系嘛、欸。那如果倒过来看呢、喔？嗯、其实呃，女性也会希望她的老公、喔，哈，我们现在先从异性婚来聊这件这件事了。嗯、她也很希望老公赚很多钱，让我在家里呃不用工作，在家里休息。好，同样的，我们就是职场上的这个内外刚好倒过来，可是女性会不会不安？我们看到很多的全职的家庭主妇是很不安的。嗯，我会很不安。 但是我不是因为我不会去赚钱而感到不安，是,是因为我没事做，嗯，就是我没有办法闲下来啊，嗯，<樣>所以其实让你当家庭主妇，如果你的老公叫你做家庭主妇，其实你就没办法。他应该，嗯、他应该没办法。他已经就说，那我们就分手好了。那很快就疯掉了。但他因为他不会要求我这样做，我才会嫁给他、啊。<laughs> 哈，<laughs> 如果他管我管很紧，然后要求我这个要求我那个，我一定不会理他的、啊。所以，亲爱的，我我你看，因为最前面也是一对夫妻，所以你看我的律师的那个职业病就跑出来。要咨询吗？婚姻咨询就那开始。我觉得大家，我我我那刚才在节目前我问了婷婷跟 Hank 为什么要做 p o c k s t 就是说还有做这直播，就是很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只要脱离了那个刻板印象，其实。 事情会海阔天空，是是，是对不对？那这就是一种，嗯，我觉得就是一种，大家能够在这里头有一些思思考，然后你就不会用二元论，好像你不是符合这个版本，是不是这个 model，你就是势必会走到另外。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有人认为说，远距的婚姻你就很容易离婚，嗯，因为站着茅坑不拉屎啊。<laughs> <laughs> 你的形容词其实蛮 c 真的、啊，以后没有办法随时就像哎可以摸得到，然后可以拥抱什么那个感情，其实基本上会疏理因为我们曾经，我也曾经有远距恋恋爱，然后我也曾经跟朋友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就说，这战争矛根不拉屎也不给别人用。<laughs> 所以今天如果 <laughs> 如果今天 Hank 他去香港工作，嗯、那婷婷在台湾，你 OK 吗？不 OK，我觉得我们应该会，如果是短时间，我觉得还行。但如果我是一个很 long term 的。 我们应该会想办法，不如我们就搬去一起，这样嗯，我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共价值观吗？你们共同的想法吗？其实我很早以前都觉得夫妻应该要住在一起。哦，因为<对>因为我们以前我是在制造业工作，我们在大陆台商嘛。我刚开始我年轻的时候非常觉得小三这件事情是很可恶的。OK，就是台上有小三这件事，我是还、啊、有小王呢。 就也我也觉得不 OK，因为这个在道德上面对我来讲是有一点，觉得有点瑕疵。但后来我我老了以后，我去那边看的很多了之后，我会觉得说哇，其实像台湾的男人去那边工作，其实蛮辛苦。我好像听懂了一些。对对，我慢慢会稍微理解说为什么会有什么在大陆會,会有小三啊或什么，因为真的在那边的生活其实是是蛮辛苦的。嗯，就不管是。 男人在大陆也好，或是老婆在台湾也好，我觉得他们其实都蛮辛苦，因为他们一个人要处理很多事，然后周末就真的是很无聊，又在一个很无聊的地方，对、啊。所以慢慢可以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他们有多一些些谅解。我不是说这种东西要把它合理化，但只是说我可以比较懂得说为什么会。 有这样的需求，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人是还是需要一些情感的需求。写、嗯、了听听，绝对不要远距离。对我觉得远距离是，是不会啊，對對對是这个不会是我们两个人会共同做的决定。我、嗯、我们这就是，我就说价值观要相同所。所以你很 lucky 了，就是说价值观相同。是可是有时候爱情啊，因为今天我们就聊爱情跟婚姻，有时候你爱上了，你还没有来得及讨论价值观，就已经爱上了。这时候你到底该怎么？ 首先，我想要知道的是，说爱上这个人，你到底爱什么？有时候是爱你自己，你你自己的欲望而已。嗯，可是你真的理解这个人的时候，他到底值得你爱什么？嗯、<哼>你真的爱这个人吗？还是你只是纯纯粹的是，只是你想要爱这个人？嗯，这他是不一样的，他他他会让你很迷失，会让你眼前一一片雾。你就想说，哎、欸。 我们价值观明明就不一样，怎么能相处？所以假设我们讲盲婚哈，我们现在讲盲爱好了哈，就是瞎了眼睛爱上，瞎了眼爱上的那种，瞎子摸象，瞎子摸象。我就刚好摸到了你的头发，我特别喜欢，嗯，对吧？我们爱上一个人，有时候就是一双眼睛就爱上，对，对不对？就是一个一个很莫名的、很莫名的状况，或者说今天我正在。 在这个环境当中，我就觉得哇，他是我的真命天女之天子之类的。那这种就爱上的时候，你你爱他什么？你无法去说出来为什么。这时候你要不要继续下去？我坦白说，我在爱情里面比较少这种状态，因为你理性。<laughs> 嗯，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嗯，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嗯，那我不会轻易的去做出一个选择。所以哈，你知道吗？嗯 爱上了这件事情，就是在我们处理看到什么小王也好，小三也好，或者是一个呃不适合的婚姻哈、啊，明明这种不适合的状态，但是一样发生了爱情这件事情，也就是爱情出现在一个不对的时间或不对的点或不对的关系里的时候，那到底能怎么做？这是很多的呃很多人都在这里遇到很大困境，嗯，所以我会觉得说，呃，这样讲好了。 呃，像如果问我，我跟婷婷其实比较像的，就是在爱情里头，我其实我会认为我会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我的恋爱次数只有一次。我一次就结束了吗？<laughs> 對<我> <laughs> 一次就，<laughs> 只有一次，会不会觉得？我会不会觉得很？<laughs> 会不会觉得很可惜？<laughs> 有<點>有一点吗？<laughs> 我必须说我还蛮多次的，<對>可是我从来没有没有不好的分手，也会有，也会有，也会有，會有嗯、因为。 寂寞是生命的本质啦，我不我必须要必须要说，所以寂寞才有爱情。我从来没有，我很少说爱这个字。你现在不是？他是属于勾渣狼那种。不是，你有对 Hank 说我爱你？有，OK。那你很少说爱，但你对他说了，就是我很少对其他人说。我的意思是，所以我应该感到很 lucky。呀，to say。对我说谢谢，谢谢。 <laughs> 你看多珍贵呀！他对谁都不说呀。对,對，没有，我很少说这这个东西啊，就是不，我觉得讲没有遇到值得的啦。对，不是你讲了就觉得全身起鸡皮疙瘩、啊，那是什么？我对我三十岁以前对爱情这件事情是迟疑的，而且他其实被我抛在那个很后面的位置，我不太在乎这件事情哎。嗯，对啊，我觉得爱情对我，我那天就在想哈，就是、说爱情到底是什么？因为我看到我周遭很多朋友。 很快就爱上了，嗯、哦，那其实我不知道婷婷是不是跟我一样，那只是喜欢，呃呃，哎、呃欸，对，啊、爱情跟喜欢的很、欸、难分，很难区别啊，这个爱跟喜欢很很,很怎么区别？<很>对对对，怎么區別、啊、喜欢？喜欢是你那种惊虫，你知道生理有一点反应，喜欢像我很喜欢金城武啊，<laughs> 对啊，就是喜欢，對對然后你会有一种冲动想要跟他谈恋爱的那一种，哦，那爱了是什么、啊？爱其实是你在理解他。 之后你会一直放在心里面。譬如说，有一些女生或者男生会很黏腻，我不知道。有。对，就是很黏腻的那种。如果当他的那个黏腻是你觉得你很舒服的，嗯，他的依赖是让你觉得你很舒服的，你是在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你是真的很想要照顾他的，这种这种心理反应。 就很莫名的那种心理反应，嗯、我就是很想要保护他的这一种，就是他是你的家人，对，那个是一种理解，因为你理解他，当你、嗯、你要理解他什么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需要什么，嗯、那个才能够叫称为爱，因为你会付出那种是他需要的爱，嗯，而不是你想要给的爱。 哦、你看哦，每个人的爱情发展不一样，就像酒一样，它各有层次哦。对，我听出了婷婷她的爱是这样：第一个，她的爱是有的。我觉得我现在在婚姻咨询。<laughs> 对,对,对对对，<有>我觉得感觉这个。仙、嗯、姑怎么现在怎么样？仙姑说，仙姑说，你的爱情其实特别的，你知道这种爱情就会长久。她为什么？我觉得爱她的爱情的发生哈、哦，不在于那个天雷勾动勾动地火的概念，那个爱情是在于一个理解。 理解之后有了选择，选择有了承诺。换句话说，今天 Hank 再是一个呃，变成一个又老又丑的人，然后也没有像现在那么那么好看，也没有现在那么好的条件，他一样会不离不弃。的原因是他历经了理解、选择跟承诺，尤其他那个承诺，对不对？所以你的爱情是一个比较容易长久的事情，因为它是深思熟虑的过程。对我来讲，然后。 那可是我们看到有些人的爱情，就像刚才婷婷说的，就是，呃，他爱来爱是来得很快。其实我们我旁边有好几个爱情专家哈、哦，那个爱情专家的说法是什么？我就有一次很纳闷的是，他就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就是不对的时间爱上了一个人。那我就真的很好奇，因为我们都到了这个年纪哦。 我就是为什么你你的爱可以来的这么快，我我真的是一辈子就来一次，你知道，<laughs> 我很难理解，你知道，尤其你知道我们的真丝熟虑的爱情，它是需要很多的锻炼的锤炼的这种过程，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你的爱情都来这么快哈？然后他就跟我说，我说那我可不可以问你爱情到底是怎么来的？他就说就像被雷打到。 我说你再说清楚，被雷打到是什么感觉？感觉是中彩券的那种，嗯，大乐透开奖忽然开到你家他就讲了一个情景，他说当有一个男人，那是丢高吧，<laughs> <laughs> 被雷打到。<laughs> 是不是通常你骂一个人是被雷打到，就是你屌高吗？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让他讲。你听人家讲很浪漫的爱情，你看你为什么对啊？你为什么这么说说要把它导入到更冷血。哦 s o r r y 不是你为什么从要把从琼瑶戏一直变成另外什么婚姻故事里面，要变推理小说的感觉？哦哦，不然要不然怎样？要不那有我这样讲情谊，他等一下一定会措辞说他有病哦。我都已经知道。 我很但我很想听 <laughs> 到，你是发生是什么事？<laughs> 他就说：“他说那种爱情，他说当呃在游泳池畔，然后呢，你们两个在聊天，聊着聊着，雨开始下了，所有人都去躲雨了，两个人呢还是继续在游泳池畔继续聊的完全忘我。”他说：“这就是爱情来了，什么感觉？”嗯，听起来很浪漫啊。你不会说他有病？ 嗯，我只是觉得说那个鱼很脏，你会秃头。<laughs> <laughs> 不是啊、我说我我不会这样、欸、你不会这样想对不对？我觉得跟朋友我可以，跟朋友聊到雨下了，你们都舍不得离开那个雨中的场景，然后继续聊，嗯、然后宁可脱头发都秃了这种概念吗？肝胆、嗯、相照的概念。<laughs> 天哪，他的爱，他的他,的他的这种呃情意相挺。 肝胆相照是在跟朋友身上是，哎、欸，我對但那个不会是爱情，你觉得是？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最美好的爱情其实是最疯狂的友谊啊！这句话金句，金句，疯 <laughs> 狂的友谊，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我我觉得，我如果跟他聊天聊得很忘忘我的时候，我你知道，我每天回家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跟他讲话，<laughs> 我一定要跟他讲话。我一天如果没有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奇怪。 然后我会跟他讲说，我今天发生什么事，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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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叭叭叭叭这样，然后我一定要讲完才能去睡觉。所以你是疯子？呀 <Yeah>，疯狂的友谊。对，某种程度上我是啊，而且我我讲完之后呼呼大睡，然后他还睡不着。你他常在半夜两点找我聊天，然后我就想说，哎呦，两点，哎、欸，那经常是我的离婚理由哎、欸。不要聊了吧，<laughs> 这个时间聊不好吧，要聊到三点，然后他就把该讲的话都讲完了。 然后他就去睡觉，就开始打呼。然后我就想说，哇，糟糕，我都醒来了，整聊到都都很清楚但是你愿意啊，你喜欢听他讲话。我没有。哎 <laughs>、欸，今天真的是我是百般不愿意，但是我被迫。<laughs> 对我不管因为我如果不聊，<laughs> 我可能明天不会有好日子过，<laughs> 所以就是还是。比较有智慧的，因为他为了让他的日子好过一点。<laughs> 我们男人到一个男人到一个年纪，其实就是像我们朋友讲的，就是不要自己找麻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哎，Hank，那我问你，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对，不要给，我也觉得，然后找一个不用让你负责任的人，就 <laughs> 是你可以把自己打点很好的人，<laughs> 对不对？这是多好的一个伴侣。是但是从男人的角度来看，你们的你们对爱情又会是什么？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因为我我很理解女人怎么想爱情这个事情。那我觉得，我觉得婷婷比较接近中性，跟我一样比较中性一点。嗯，他们对爱情其实有里头有很多的理解跟分析。 所以比较容易知道爱情、关系、承诺这三件事情摆在人生的位置上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他是把它摆得很清楚的。可是，嗯，这么讲哈，大部分的女人其实，在第一个阶段，爱情就是爱上了嘛，就冲、嗯、昏了头。嗯，冲昏了头之后，还有爱上了之后，就是，呃，就是奉献、牺牲、奉献的心情。我就说那是看护啊。对，就看护。我常常觉得，对，<對>啊、看护。对啊，就成造的概念啊，二点零。 他啊、嗯，对不对？对啊。那很多人就进入到爱情，就直接进入到那个看护状态，嗯，对不对？然后当儿子在照顾，这样对对，然后又进入到一个很疯狂的状态。那个疯狂就是一个呃很执着，然后完全不能变更的、不能变动的、很僵化的，就是我爱你就是这样。那个只是他自己的欲望而已，是不是？是，他需要需要他这个角色，对不对？对他想要爱他、嗯、这件事情。所以你看，婷婷是把爱情跟 利用这件事情分得很清楚，就是我是爱你的，还是利用你，利用你来完成我自己的欲望。所以你是分得很、嗯、很清楚的女性啊。嗯、可是从男性角度来看呢，男性有冲昏头的时候嘛？我经常不太理解男人，他真的有冲昏头的时候吗？男人也是会的。嗯，就是男人也是会，就是说你跟婷婷刚开始从冲的时候，<laughs> 天哪，我开始在问你们，男<是>没<有>男男,男人也是会有。 被爱情冲昏头的时候，其实这个时间以大部分的男人来讲，时间通常都不会太长，因为男人是很怕麻烦的一个动物。嗯，我同意、啊。对，只要负责任，只要稍微麻烦一点，就会觉得哦、哎、好累啊，就,就体力没那么好。对，体力没那么好。你们 <laughs>、哎，你们今天是真的，我留名片给你。<laughs> <laughs> <laughs> 不, <然 S 2> 不是啊，他真的体力没那么好，因为他自己也常讲啊。我认真。其实我有，我有，我们有我算是体力没有很好的男生了，<laughs> 所以不比较懒得去搞一些有的没的，就是就在家打打电动什么之类的就可以了。的确。所以当时你爱上了婷婷的时候，你有想象你要这样的女人吗？没有，我其实没有特别多爱她了。说真的。 天呐、啊！啊，当年喝点酒，喝点酒。当年呢、啊，當年,當,年当年，当年，当年。我當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很相处很舒服，这是真的，我也是哎。我觉得我跟他相处才见几几分钟就很对，就是都不会觉得哪里很不舒服 <laughs> 或者很奇怪，就是就是觉得你可以跟这个人一直过日子，很舒适，然后不会有太多的很难过的 moment。这样、欸，我的电话在这边。 征婚哦，不是，那这个这个这个本身我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的的事情。你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女人，就是我觉得刚好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然后呃，她可能年轻的时候脾气也很火爆，但遇到我的时候，她整个比较收敛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不容易的事情。那那她这个火爆，他还继续发生嗎？ 不对你，啊，我是对比。有啊，我在在公司跟他结婚之前，<公> <laughs> 我有跟他弟弟讲过一句话说，说我觉得你姐的脾气非常好啊。<我>然后他弟弟就说啊，嗯、<呵>而且我弟非常激动，一直拍那个吧台。我跟他认识三十年了，他妈的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说他脾气很好。他觉得 <laughs> Hank，、hey, 你你真的觉得太没有是非观了、欸。但是我后来发现，他就只有那个时候脾气还不错。<laughs> 没有那个时候，我觉得他需要啦。 对他，他倒是蛮体贴的，所以那时候他脾气还不错。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遇到了诈骗集团。诈骗集团，你是指我？就是。但结婚后，他还是一样体贴温柔。这個就少稍微差一点。如果真的要讲的话，哦，但是你，但是你接受啊？其实你还可以。好，我们刚才一直在回到刚才那个婷婷在问的价值观。 我觉得你们即便个性很不一样，听起来很互补，对吧？而且我们家庭也不一样，而且是天差地远的那种，那、嗯、就互补型的，对吧？是互、嗯、互补型的吗？互补算是互相体谅吧？哦，真的吗？像譬如我跟我先生就很互补型的，我先生就是那种很规律的人，但是我是喜欢挑战跟变化的人。嗯，我很很我平我真坦白讲，我最怕的事情没有别的，就无聊。 他只要只要这件事让我无聊，我真的就觉得很痛苦。我也是怕无聊啊，对不对？我们很怕没事做，我超怕无聊。我真的我觉得对，确 <laughs> 实我超怕的。<laughs> 我没有怕什么，就真的怕无聊。对，好，所以我很喜欢做呃挑战的、有趣的，然后打开眼界的事情，哦，或者去碰撞一些不一样的人。可是我觉得呃，在这个我先生他就不是，他就很规律的，几点做什么，几点做什么，礼拜几做什么，他都很规律。那我觉得，可是对我来讲。 哎、欸，他特别吸引我。我后来发现一件事，就是对我来讲啊，就是互，我其实一个好像在外面跑船跑很久，还是家里希望有个家里是有归属感的啊。这时候我觉得，嗯，坦白讲，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个人。嗯，我很怕无聊，可是他其实也蛮怕无聊的、啊，所以你们这一点是一样的。但是他因为他没什么创意。 他他不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哎、欸，你们的食物好，都每个看起来都很有创意哦。还有这杯酒，谢谢哦不、欸，真的真的 <laughs> 谢谢你们那个食物超有创意，然后你看这酒也是。他怕不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人，因为他不是一个很有想象为他是靠左脑在思考的人哦。对对对，那我我觉得我我觉得应该是说，我每一次很怕无聊这件事情呢，他都会配合我哦，就是因为他他本身也觉得有趣嘛。 他也很喜欢冒险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有时候是他很喜欢冒险的时候，我也会配合他、哦。真的，就,就是你们这样放闪，是在让一个离婚律师不知道怎么办？<laughs> 对啊，我就我没有，我其实去年呢、啊，我我我必须要说这件事，就是说去年我们身边很多朋友离婚，哦、然后就有一个，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看现在身边朋友都这样，你们两个真的不要离婚。”我问我。 他说：“你们两个人已经是我们这个婚姻里面的一个典范。”你听到这句话会怕吧？他说：“你如果你们如果离婚的话，我就失去了任何希望。我就想”我心想：“妈的，压 <媽 S 2> 力大，为毛我不能离婚？”對, <laughs> 对啊，离婚我们继续当朋友有什么不行？<laughs> 就为为何我不能离婚？就是对对对对，千万不要变成别人的典范。对，什么典范？我就说哇。 就、啊、是要做模办一个那个模范夫妻还是什么奖奖牌还是？我们没有，我们就只是你能够相，我们就会合嘛，就是会相处，能够相处嘛，而且是愉快的嘛。嗯、呃，可是、欸、能够相处，就是现在能够相处就好了，<對>未来能不能相处，那再说嘛。但但其实我必须要承认，就是在我们这一段婚姻当中，<laughs> 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要结束婚姻这件事情，因为有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我不太适合婚姻。你我觉得像你的个性，进入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奇葩。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是不对，你知道我妈？你妈一定跌破眼镜。我妈，你弟，我觉得真的跌破眼镜，应该是你弟弟会觉得你很亲切。对他妈，把你当恩人，对吧？妈看到我的时候跟我握手，我都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哦，拯救啊，真的是辛苦辛苦你了，真真的是我们家这个女儿，就你知是对，我有感受到她那个。 肩上的那个重担忽然卸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到底接受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但我有去思考啊，就是说在，在在婚姻的这个过程里面，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嗯，它其实很简单，它就是一种互相扶持。很多人都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嗯、这好像变成一种口号。对我很想问，怎怎么经营？是是，是是你是怎么经营你的婚姻的？就跟你是怎么经营你的事业是一样的意思。 没有固定的东西，他他是没有剧本的，他<以>没有剧本，没有固定的手法，对，他没有。<对>可是，嗯，你要怎么经营呢？那小时候、呃、长辈都会讲，你经营他的钱，不然就经营他的胃。对，好、哦，就讲完这两件事就没了。然后在第三件事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是第就你会发现上一代的经营哲学就这三件事。可是对我们来讲，这个世代根本用不上啊。对啊，对不对？根本用不上。好多光怪陆离的案子哦。 <laughs> 很多光怪陆离的案子，然后离婚的理由千千 <laughs>、啊、百种，真的。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今天我要谈婚姻的原因，是因为我处理的离婚太多了，所以才更明白婚姻，呃，很多的东西太可惜了。就是说，你知道有有,有部电影叫《婚姻的故事》，嗯，是，可是他实际上在谈离婚的故事，嗯、他整个都在打离婚嘛，嗯、包括那个律师啊。他看完以后走走到楼下来跟我讲说，Baby。<laughs> 我们不要离婚哦 <laughs>，离婚好可怕、啊！我看完就，哦，就真的很累，<laughs> 很可怕。那是很可怕的经历，啊、超超那个是一个可怕的经过，就是，呃，所有的美好一定要被你否定，否则你离不开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去否定掉所有曾经可能美好的事情，不然你官司打不下去。嗯，因为官司一定要，嗯，嗯妖魔化，對,啊、對,对对对，一定要妖魔化。嗯、那那个妖魔化的过程是连你自己都要否定进去哦。 你你跟他曾经美好的事情是不可以说出来的。如果你说出来“我爱你”，我还爱着你，你就输了，你这个案子你就输了。Wow. My God！所以那是一个很恐怖的过程，我一直。所以我觉得这么讲好了，就是说，呃，其实很不鼓励大家打官司，这是事实啦。哦、是。那能够好善是一个很大需要很大的理解，也就是说，对于婚姻你要很大的理解，也就是说，呃。 如果你们还想要继续相爱的话，那你们真的没办法相处，你就真的不妨，嗯、处理掉一个、呃，让你都不愉快的婚姻的关系。那也许那个爱情就还在，也许啦，我说也许啦，不要搞到最后离婚，真的一点点感情都没有。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个是不是很难？他难啊，他难才需要在你以,以你以你以你我才要来这里啊。以你出。呃 <laughs> 是不是因因因为你你处理过这么多案件，你觉得到最后打完官司之后还可以当好朋友的几率有多少？嗯，大概跟雷打到起，因为基本上雷打到几率是不是？是不是如果跟,跟爱情来的时间差不多？是不是如果就是离婚之后还可以当朋友了，他基本上也不需要不需要找律师了？哎、欸，倒不,不一定。 我我真的认真的有看过，就是，嗯，这样讲好了，呃、嗯，你结婚的时候会找婚顾吧？嗯，对吧？那为什么你要找婚顾？我们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办婚礼。哦，这也是。婚顾好像就是帮你做什么 PowerPoint 还是什么？哈哈 <laughs> 对，说我不知道，我对我的理解就是帮你做个 PowerPoint，然后再结婚的时候。认、欸、认真跟你讲，现在要结婚很不容易。是吗？ 对，要会唱歌，又要会哦，对对对，你要你要去排舞啊，然后还去干嘛的？还要跳舞，还要会唱歌，是八般五艺都要秀出来。结婚真的太累了，我结婚典礼了，真对我们两个结婚是那一天，我记得早上晚上没有洗头，然后我们两个就跑去注册事务所登记，然后想说哇，今天很邋遢，然后没有照片就去拍了一张那个马上可以快拍，然后拍了那个两个人看起像逃犯一样这样，对，然后就去。 真的庆幸，因为婷婷不是女人，因为女人其实都想想要穿白纱，但你没有。哎，有听到本人还来吗？我不是女人。All right，thank you。我不是女人。哎，你知道多少女人梦寐以求就是当公主的那一刻穿白纱？哦，没有。对，但她没有。啊我是不是？你很不女人。其实我老公也……哎，我跟你讲，我老公都说他娶一个男人回来，他也就说我是个男人。哎，真的。 是他们的朋友的老婆呢，都是什么姨什么姨什么姨，但他们叫我停工。<laughs> <laughs> 对，他他是公，我是公字辈的哦，的 oh, 真的，我是公字辈的，所以嘛，所以你也被定义成你真的不像女人，所以才有办法那么好相处，会不会？那换换句话说，会会不会是现在你说婚姻关系里面遇到这么多问题，都是大家给自己的角色定位都必须要扮演某一种刻板印象里面的？ 角色，然后但是可能想象中你应该要扮演这个角色，但其实你负荷不了，所以最后导致你整个炸掉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很多人的暗示里面，是、嗯、或者是包括这个社会文化里头的暗示，包括你周遭的朋友给你的暗示，认为说你的老公该如何，或者是呃跟你老婆说你老婆该如何，你看你老婆呃如何又如何，就是很多人都不太希望人家幸福，是。 虽然每次都说祝福你，是可是经常在你周遭的时候，他就不太祝福你。所以会有那个张妈妈跟那个李妈妈会跟你，嗯，你要小心哦、喔。<laughs> 你老你老婆最近怎么样？怎么样？你小心你老公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呃，你你你可能稍微一点心情不太好，我跟你讲，你老公如何又如何。你知道很多人都一直想要去讲这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没有别的，就是说，呃，在整个你的社会文化里头，我我认为啦，坦白讲哈、喔，我觉得东方人很欠缺祝福。 跟欣赏的能力，嗯哼，他真的，我觉得欣赏的能力真的是需要被培养的。可是我们真的很少，我们经常往往去看到哪里不足，没有做好，哎，你没有做好的地方，嗯、没有女人没有煮饭就是不行，对，好，男人没有去赚钱也不行，对，或者、那個、男人体力不好也不行，对、哦，体力不好是真的不 <laughs> 不行不,不行了、哎，体力还是要练。哎，你們的话题到底是怎么？体力可以？哎，你知道我今天要认真跟你们。<laughs> <laughs> 我台湾要改姓呢。你一直把人家打断，人家不行不行。没有，你打断一点都没问题，只是体力不好这件事会打断我所有的思绪。对对应该可以确认是体力不好是不行的吧？真的，我觉得你知道我们真的有有没有有没有？有们我们来我们来中我们来不是有没有有没有离婚是因为体力不好而离婚的？嗯，只有提到在床上的事情。对，就是体力。 他不是体力不好，是没有反应。不，哦，没有反应也不行，也没有反应也不行啊，当然呢，或者是拒绝，真的拒绝拒绝一起运动运动，是我我有个朋友就是这样，然后他觉得他老婆是诈骗集团老婆是诈骗集团，对，然后他就，我希望他不要看这一集，哎，YouTube 可以一直重播然后他就就。 你知道，就会有在外面有别的运动的伙伴，对嘛，寂寞就是生命的本质啊，所以我就觉得说，欸、我们我们在婚前，我们常常在开玩笑，就是说，呃，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要有性那个性关系要,要和谐，要和谐，因为你要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要要是他就他就用那个谐音，他就他说我们要先试试看性器合不合。 有有？这个是我觉得比什么三观还要重要吧，重要很多。因为这是你人生很大一部分就是娱乐嘛。我们现在到底是变什么级啊？什么这什么？我们今天怎么讲到这？这什么级数？可是这这这这，他们两个自己聊出来的，其实跟我没关系。不有不有，我们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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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们要请教律师是说。 在你处理过的这么多案例里面，到底有多少比例其实是这个部分不合？不合？不合我坦白讲，呃，要离婚的人大部分都是这件事不合。对，都有，都有一部分的是这件事不合，对不对？他们只是有没有讲出来了？对。那但是大部分你去问，都是已经分房，嗯、或者是没有任何运动的关系，<laughs> <對>不是运动伙伴关系，<對>都是长达好几。 坦白讲是占大部分，或者是说有一部分，呃，有一个人一直很需求量很大，另外一个人一直拒绝，好像这种事情其实比例相当高。他只是有没有变成离婚理由而已。那会变成离婚理由，呃，他其实在法庭上也很难去举证这个事情，呃，真的很难啊，要算几次是吗？对啊，要算次数还是时间、啊、还是叫的大不大声，或者是谁要跟谁不要。 哎你们不要把，哎哎，Hello，好快哦，好快把我们逼疯了。h 喽 l 喽 o h 这对夫妻很 h 喽哦。h 喽你们是在说？等一下，我们的尺度是在宽。那我们是喝完酒要？亲爱的，你们前两集有这个样子有有有有有。哎，我们前两集都很都讲到都讲到运动的事情。我们前两集尺度超宽，我们想度超吗？我们前两我们前两集的尺度宽到那种。 平常很有偶包的人都在骂脏话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干什么？没有，我们就是要把观天的逼疯。我们跟别的节目最大的差别就是，因为我们有喝酒，所以讲话可以尺度稍微宽一点。因为我们真实，我们真实，真实。因为哇，我们真去年的那个离婚的那个真太多了。等一下，你就是有人在抱怨你叫不够大声啊？没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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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有，所以不是。我都抱怨合乎标准。 我 <laughs> 有被人家按电铃了吗？Hello，没有没有，我们常说不要吵，oh, 不要吵到邻居这样子。天哪 <laughs> <道>，我 <laughs> 我很希望你妈妈不要看这个。<laughs> 无所谓，这无所谓。<laughs> 我觉得他正在看，<laughs> 我我觉得他应该会觉得很欣慰。对、哦，他应该。我的儿子跟媳妇儿相处的不错。<laughs> 這么我，我觉得这个年代 <Okay> 大家应该要体力还是不错啦。大家应该要很很。 健康的面对看待这件事情，对很健康的，对就把它当成跟你去去打个篮球啊，或什么东西一样，嗯、其实是一样的事情嘛。 就是真的，你知道这对夫妻真的是诈骗集团。他在在节他节目前跟我讲说，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做 p a r k e s t 他说因为我们想谈一谈人生哲理。我们这个是这是人生哲理啊，姐。我觉得现在他们在讲他们在讲那个那个第十四章的健康学，那个对不对？没有，生命那个什么健康，身体与健康什么之类的。这个是这个是你知道第十四章对吧？对，第十四章是那个。 性器官，我说我不是，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抽丝剥茧，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你看他还装严肃，你看他還，因为这是这是很认真的问题。好，各位各位各位，各位<對>晚上你们如果还在看，我告诉你，他们给我提纲，完全,完全没有 <laughs> 说这对夫妻是诈骗 <laughs> <對> 我们的提纲看起来很健康對，不对。他们提纲不是这样，他们提纲根本就是公民道德。对。然后现在跟我讲屁事。害我还在看他，我、哦、这这对夫妻很公民道德。就是、我们我们是啊，真的，这个是婚姻里面的很多的疑问啊。对了，得学校没教的事啊，对，学校没教的事。而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在很多时候是不太有人会去提起的。嗯。但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可是他就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东方人很很不愿意讲这些很害羞，很害羞，很害羞对对对,對。然后夫妻两个如果遇到这个不和谐，然后也不知道去找谁帮忙，没有，就是、这,這不能找，找<誰>这不能找好朋友帮忙吧？<是> <laughs> 听起来怪怪的。 我觉得你怪怪的，<laughs> 对啊，啊啊啊、<laughs> 就就真的有问题，也不能乱讲，就是不知道要跟谁讲。我认真觉得 Hank 怪怪，我都没有讲说找朋友帮忙，他竟然有办法切到找朋友帮忙这件事。我 <沒 S 1> 我是说，一般我们有问题都会找朋友求助嘛，但就什么事都可以求助，缺钱可以借钱，那缺这个就这个就很难了，这个很难，这不能找朋友的。 你要多喝一点吗？對對對對我怕你等一下又乱讲话，<laughs> 他又要被你逼疯了，怎么办？<laughs> 没有，我我是觉得，我是觉得像，像像我们这种东方社会，欸、可是你知道，Hank 很多的这种性生活不和谐这个事情，女性是很有意识的。嗯，因为那个亲密关系有时候女性是很享受，妻子很享受这种亲密关系。是啊、可是男人的生理需求似乎跟亲密关系，他可以拆开来的。嗯，男人似乎是比较可以。 其实女人也可以，女人也可以，女人也一下，听听，我们也来试。所以我就我认真的觉得，我真的认真觉得，每次那个什么什么都会传那种垃圾邮件，都都给男性哎。对啊，女性很少收到这个。是，他们就很因为这个，我要我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一个社会道德枷锁的一种规范。我们你要不要来开发一下？我支持你，有投资。你说开牛郎店吗？他有接到哎，婷婷有接到我的话。 Oh, 没有，你必须 <okay S 2> 必须要理解。<okay S 2> 像我以前去巴西，<laughs> 我们遇到非常多，在巴西有非常多的呃男人过了四十岁之后，他们就离开家。然后我就问说为什么？因为他们那边是女生的性需求太大，嗯，男生过了四十岁其实无法满足。 老婆的需求是，所以店应该开在巴西是吧？对，然后 <laughs> <laughs> 不是,不是,不是后来后来他们所有离家的结果，就是因为他去外面找年轻一点的女生，其实他们对他的要求不会这么高哦。老婆其实对他要求蛮高的，哦、除了要骂他回家不洗碗、不做饭、不帮忙洗衣服以外，他还要要求他在做性服务。对。<laughs> 然后时间还不能太短，所以后来全部老公都逃走，然后都是妈妈单亲妈妈，所以整个巴西都这样。我不我不是刻板印象，是我们真的田野调查，常常遇到那个杂货店老板娘。你是市场调查？对市场调查，田对<天><是>对，我们有真的觉得。你你应该真的到巴西开这个牛郎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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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可以其实台湾也很需要啊。我觉得其实台湾。 我觉得全世界应该都很需要。你知道那个台湾有个叫偷情网站，其实<是>不是台湾，应该是全世界都有。对，然後那个偷情网站在那个通奸除罪化之后，偷情网站的会员激增，而且是大部分是女性。Oh my god！、嗯、我一直觉得女性的偷情的需求，哦、<laughs> 女性的偷情的需求绝对比男性还要多，高很多。因为男性有太多管道可以发泄，他们可以去。 很多什么酒店啊，各式各样的的地方都都有。你也可以去牛郎店啊。牛郎店少啊，没那么多。是啊，而且牛郎我、啊、而且牛郎又不帅。真的牛郎<牛>真不帅，<牛>我回来好生气。<牛>我朋友带我去的。去哪里？去牛郎店、啊、那那,那个加一下再。<laughs> 没有那个牛郎店不不，就是里面我就很气，因为我跟我一个很你<是>很久没有见的姐姐碰面，欸、然后我们那天喝酒喝的很开心，然后第三天的时候呢，他就把我带去牛郎店。 那带去牛郎店 OK 啊？长什么样子？得多讲一点，你知道我这…… <laughs> <laughs> 不是，我要讲的是，因为我被气醒了，因为我本来就喝的很、很、很醉，很懵了，然后我就被气醒。他跟我讲说，我隔天我反正我喝醉回家，然后我隔天就你知道吗？那谁谁谁居然带我去牛郎店。 最气的是牛郎不帅，到底为什么？他说你不要再说了。牛郎为什么帅不帅不重要，对不对？帅不帅很重要。还是体力重要？不是帅不帅很重要，真的。因为有时候是图一个愉快的夜晚嘛，所以你只是眼睛不一定要干嘛，不一定要干嘛，然后你图一个愉快的夜晚而已。所以你眼睛不舒适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想要干嘛。你说他叫什么名字？那个牛郎叫什么名字？我忘，我忘记了。你不是说那个坐下来跟你说那个？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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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牛郎还可以跟他分享的。 可以啊，嗯、我,啊我因为我喝醉回家，他帮我开门嘛，所以没有。然后我他说你不要再说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昨天已经边吐边说，<laughs> 你边吐边气的一直骂，他说你已经骂了一个晚上，你不要再说了。我说啊、哦，是吗？哦、oh,，sorry。可是这我的内心是很气的，因为他带我去了一间牛郎不帅的牛郎店，到底在哪里啊？你要不要在林森北路啊？在林森北路要多少钱啊？讲多一点。 这个资讯对我其实已经忘了，因为他不是不是他付钱的吧？对，我其实已经忘了。OK，那你看到的那边的样子都是，就是年纪都大概几岁、就是？他们很年轻，其实。然后呃，有没有成？我印象，欸、你知道我,我印象最深刻 Rolando？哦，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讲，我们台湾的牛郎没那么帅。<laughs> 我就跟你这样讲嘛。Sorry，、嗯、听到没有？他填掉过一遍。<laughs> <laughs> 没有，我去的那些牛郎店，我最生气的是因为他很瘦。 然后又很就,就是很干干扁扁的，对对那也 OK。可是他就弄了一个寒心的头，OK，那也 OK。那可能不符合你这个年纪的。n、no, 他戴了一个眼镜，他那个眼镜是这么厚，<念>就是你还可以看到好像一有一圈一圈的那种眼镜，啊，书生样，你受得了吗？你能不能看起来就跟假聪明没什么两样，<蛤>搞什么？可是我是去图一个一快的夜晚，你给我一个假聪明。欸 那你可以点吗？我不是，我不知道可以点的，可以点呢。可是就是没有想要我想要点的，就是不帅。跟我们去的那个，你们可能去那个是不是比较便宜的，还是怎么样？对吗？对，他是好像是他认识的朋友啊。反正你不要看这一集啊，拜托。对，我回去就我我我其实我我好哦。婚姻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我认识他的时候，我就觉得啊，就是、你要像告解一样，你跟他告解，就是类似这样的状态啊，讲你跟你前男友的性生活之类的啊，他也会跟我讲啊，啊我们是很坦诚的，哇，好厉害！你们可以互相去讲跟前男友、前女友的性生活，也不止，是不是说过往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你看，这个说结婚有一个条件，我们看到就是要够成熟，这就叫成熟。嗯 哦，oh, okay, 对不对我以为你要说够<吗><样>诚实，这样叫我，我觉得还蛮诚实的、啊。诚实，这我觉得是成熟，嗯、成熟到呃，你可以讲这件事情，而且你信任对方扛得住。嗯，对对哦，这也是一种测试。如果你扛不住，我就再见。对对哦，你会再见吗？会啊，如果你扛不住，我就再见。所以这种价值观，如果这个点就是会是你不能再见。会，<对>我跟你说，扛得住的就有 guts。 就那个内心是很强大的，OK。所以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你应该要要怎么讲？你应该要自私到相信对方扛得住，而把你该讲的事情都讲一讲。如果他扛不住，就算了，就这样。对。但是说你还爱着呢，这不那个嗯。这没什么。如果他扛不住，他两个表情是一样的，看不到互相的表情。你爱着的人，去路边随便找，你每天都可以捞到一些你爱的嘛。 真的吗？很容易啦，你只要够无聊的时候，每个都很爱啊<對>，拜托。你去当兵，当兵当。我身上，爱情真很难。你去当兵当两个月出来，每个女的都很正啊，啊、差不多这样。<laughs> 你提我们怎样会爱上一个男人？爱上一个男人哦我，我我其实觉得爱上一个男人还蛮难的，蛮难的，对不对？我对我来讲很难呢、欸。 我觉得蛮难。为什为什么很难呢？你你难度在哪里？我会说我喜欢他，可是我不太会说。我很难对一个人疯狂、欸、嗯。他讲“疯狂的友谊”这四个字，我觉得挺挺到位的。我很难对一个人失去理性哎、欸。那个失去理性到你觉得一个不对价性的付出都都可以被你允许哦？我没有哎、欸。嗯，你没有。我只是觉得，我觉得是值得。 反过来讲，是因为你觉得你是一个在感情生活里面很胆小的人。有人这么说过，就是害怕受伤。害怕受伤。哦，有人这么说过这件事，可是我从来没想过。我只是觉得，因为你只有一段呢、啊。但是我是对，我只有一段。可是我发现，你看到人，嗯、你还是会产生火花、啊，所<有>以心动嘛。只有一段，有时候是很勇敢的，因为。 一个就赌一个就赌下去了，对,对,对啊，那个赌很大哎、欸。可是可是我我说实在，我一直觉得爱情是一种心动，一开始的心动，你至少要有一个心动好，对我来讲啦，好<唉>，那么我其实一直很难对一个人心动哎、欸。我对一首歌心动，OK；我对一个艺术品感动，我 OK；我对于风景，我可以掉眼泪，我也 OK。可是我很难对一个人发生了这种心动的感觉。 这很奇怪啊！哎，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因为童年有一些创伤吗？没有啊，我童年 <laughs> 我童年有创伤不在这里，<laughs> <laughs> 就是 <laughs> 我童年的创伤在我爸妈，<laughs> 对对,对,对, <laughs> 对就对人可能有点不太信任了，或者什么也没有。就是说，心动是一刹那，它可以让你开始觉得好像手足无措的那种感觉。坦白讲，我很难碰到这种事情。嗯，我真的很难去发生，所以我对于谈恋爱特别好奇，你们到底是？ 在哪里有爱情的感觉？哎、欸，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这样才可以成为律师啊？而且还可以做家事律师。是啊，嗯、因为你非常是就是很、很、很理性的在然后人家都觉得你很温柔。其实我没有，我那个东西不叫温柔，而是很理性。对啊，我对于爱情要……我们没有觉得你温柔，没有，只是讲了你。<laughs> 家里不是，我只是讲你不是女人而已。对不对不对，我觉得一个女性主义的人呢，不可能温柔。哦，不太可能。坦白讲，我们是很刚硬的人。是，我们很刚硬。那你接触这么多的弱势或悲剧，你得要心脏很强啊。其实你是够坚强，你才有办法去接触这么负面的事情啊。是，的确是。对，那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对一个人说哇。 你好棒，我很棒。那个东西都会讲漫画里头，像那个小甜甜那种罗密，<laughs> 到底为什么都是没有什么生命的、啊？对，因为 <laughs> 我觉得那个不存在嘛。哦，那、啊啊、这样是不是怕呢？胆怯？哎，我觉得哈、哦，<吗>谈恋爱它是一个失控的事情，你没办法让自己失控。哎我,我觉得我没办法让自己失控。所以你过一阵子如果想要失控的话，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可以帮你开导一下。 所以你会控制，让一个人回到控制的状态。没有，我是会,是會让别人失控，我会鼓励人家去失控。哦，鼓励失控，我还真的很难。<laughs> 我我我认真的想，我的生命当中，会让我有呃有感觉的是案件当中的那种生命在找生命出口的那一个 moment，会让我感动。在找生命口就。 在很低潮，或者是说生命到谷底的时候，想要找那个光的来源的时候，那一刻会让我很感动。我、欸，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真的真的很想问，就是你有疯狂过吗？嗯，你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没有你疯狂的百分之一。<laughs> 那是当然的，不要跟我比。<laughs> <笑><笑>我的<風>妹妹有练过，不要学。哎 <laughs>、欸，你真的哎、欸，至少你你有去高空弹跳，我没有啊，你没有。 嗯 o k 我就是走在那个高架，呃，不不，走在那个吊桥都会紧张的人，真的、哦，嗯，就会紧张。我觉得我很难到疯狂这件事。我唯一疯狂是什么？就是呃，一一直去做我认为呃社会运动的事情。哦，好，那个是一个不现实感的事。为什么？现实的东西是应该要赚钱，嗯、呃，好、uh huh. 呃。可是我一直去做一些呃。 我觉得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会赚钱、嗯。我看你做很多儿少啊，对，女性女性的、嗯，其实而且我是一当律师就开始做性侵害、家暴，<後>那那些都是不是赚、嗯，那绝对不是。然后人家就觉得说，哦，赖芳玉，你是因为呃这个上媒体，然后你就红了，你就会有案子。我说，亲爱的，你们绝对忘记了，那种案子是最没有钱。是，我我然后我讲讲家暴、讲性侵，那些人来找我,我没有好过过、欸，哎。 嗯，没有，而且你会接收到很多不幸的案件，对，很很、呃、很不很很辛,、呃、很,辛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很负面，很辛苦，很悲情嘛。你亲爱的，你要问我什么？那你最疯狂的事是,是不是来上我们的 podcast？<laughs> <laughs> 我对你一对夫妻在我面前吵架 <laughs> <是>，会不会？呃，没有，上你们 podcast 是愉快的，不疯狂哦。Oh. 为什么？那个是一个 under control 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很优质的。 他们不会在这里谈怎么样犯罪，哦，<laughs> 哦、不会不会。然后他在这里头不会谈歧视，不会、哦、不会。了解吗？嗯、就是说我我喜欢你们的那个成熟，就是我绝对相信你们的成熟一定是带来好的事情。对，那当然我觉得是危险的事情，反而是那种呃，在这个言谈当中去消费别人或者是一个、嗯、歧视性的东西。嗯，我对我来讲最危险的事情是那個。 对，所以上电视我都很挑哦，啊、谢谢，謝真的真的，我上电视非常非常挑，我除非就是自己信任的，嗯，否则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呃，我们上节目只是要倡议嘛，如果这节目不是要让你去做好的事情，就、嗯、是浪费时间，对，需要把你定位在某一个今天需要扮演一个角色，然后还要一个反派的人在、啊、對對對在那边打仗或，或者或者是去背书什么的<對>那种，你不需要去上啊。嗯、但是对于呃，你知道在这个位置，人家愿意让你去讲一些。 你觉得是对的事情的時候，对的事情，那个东西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所以我今天来这里根本不怕你们说任何事，嗯、因为我真的很有，<laughs> 就很有，嗯，啊、安全感，很有安全感、哦。那就好。但我这样，你有成就感是是？没有啊、哦，我就我安心。哦，你就安心。对，成我成就感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得到。哦、<laughs> 但是做八 o d 坦白讲会很有、很舒服、啊，然后很开心的、嗯、我我觉得。 我不太去追求那个什么有多成功这件事情。你看，你看，对不对？我来你这里就是安心，<对>不是追求成功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就是聊我们想要聊的观念。嗯、成功，每个人成功有他的路径，成功有成功的一个等级，但不去追求它，因为 maybe 我爬到这一座高山的时候，我再往下走下坡，我可能是在准备我要爬另外一座更高的山。 可是山你永远爬不完，嗯，你永远追求不完其实，所以我没有在追求这种，就是还好。我觉得我可能到那个最高点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呦，好寂寞、哦，可能再去追求另外一个高点。<laughs> 我觉得我是这种人。是，所以你看，啊、回头来讲婚姻，不去追求一个大家想象中成功的婚姻，嗯、反而才是你你的婚姻可以长久很前提的事。是。 哦，oh, 对不对？这个<可>跟上礼拜是这样。吴清房来讲，他说，其实在两两性关的关系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你的期望值降得很低，基本上你就不会失望。哎，你们昨天访谈渣男，你们真的很够狠。<对> <laughs> <laughs> 没、哦、没有，我跟你说，我们跟他谈渣男是，<laughs> 是我们刚刚有一天跟他聊天，说我们最近要做 podcast，然后。 找不到人，找不到人来聊渣男，因为很多男生都不不愿意来聊这个事情。然后他就说：“我来呀，我来呀。”渣男为什么不来聊？渣男其实就是甘蔗男。对对对，甘蔗男最近的新新的名新的新的菜，对，先干后渣的。对啊。OK。嗯。所以我觉得，所以你们聊渣男，嗯，其实聊渣男的重点还是就是就是关人际关系啊，两性关系的问题。所以我我觉得哈，这样讲好了。 呃，其实我一直认真的觉得，呃，婚姻中到底跟爱情的有没有划等号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有一点点，呃，去澄清它了。我觉得就是，呃，我们相信我们结婚都是为了爱情可以更深、更更好，走向更好。可是我觉得那有好几个不一样，那个不一样是对我来讲哈，因为我还把他们那个讲纲拉回来，你知道吗？<laughs> 这个就是的老不能一直不能一直讲牛郎店或者什么的，对，道这、嗯就是律师的那个职业，職業職業你要把它拉回来在条文里面。<laughs> 对，我们讲到第三条第二点，我如果离婚官司交到你手上，我个人会很安心，我不会跟着他,他们一起失衡。<laughs> 他们要讲到别的地方，我就把它拉回来。我觉得爱情是一个相当的呃独特的行为。我觉得爱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相当。 呃，独特性也很个别性，很一个人的，很隐私的，就是很个人的东西。就是我爱一个人方式有各种各式的形式。那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爱情过于扁平化去看待一个样子，好像爱情只有一种样貌样貌而已哦。那我觉得爱情是一个很独特的，然后也很私密的，那么也是一个嗯、呃、相当自由的事。换句话说，你不爱我，我就可就开始爱你。 所以我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我就开始爱你了。对，然后我不太需要你允许，我就开始爱你了。所以对我们法律人来讲，爱情就很像那种单独行为，就是我表示的这件事，就是我的内在有这个意识发生，它就已经发生了这件事，就是发生了爱情。所以我觉得爱情是一个独立行为，是一个单独行为，也不是一个契约的行为。 那第二件事情是关系，这件事情是我跟你的关系是什么？我没有爱情，但是我的关系可能是和谐的。可是我可能，哎、欸，你不会觉得声音很大声没有，稍微太大。对。你你一直打耳机。对啊。嗯，好、哦，这样 OK、嗯。这样 OK，这样 OK。o、OK, 哦、對,对对。好，那还有一种是，我觉得关系是你有爱情，你的关系不一定好。就是可能我们刚才在聊，你的价值观可能不一样，可是我就是爱上了。 嗯，好，或者是嗯，我们的相处可能价值观不同，所以我们可能产生了很多的交往上困境。譬如说用钱不一样啦，或者是我们对我们的人生需求不一样哈，那可能关系不一定是好的，或者是你的爱情就很多的嗯独占性，可能我也很不喜欢这种爱情。那所以我会认为说，那个关系这一件事情又是一个独立的一件事，有爱但不一定关系好，不爱了搞不到关系是很好。 啊，有些人呢很，我们有这个例子，<laughs> 有有有有有,有。<laughs> 那有一些人呢，就像你们那么幸运，爱很好，关系也很好。好，第三个对我来讲，走到婚姻你要有个能力，就叫承诺的能力。嗯。而且是一个给得起的承诺，不是一个海誓山盟，不是那个随便讲的那个浪漫的那些话，而是你真的给得起的承诺，嗯、那个才叫做婚姻。肩膀要扛得住啊。对。 就是扛得住，其实真的，而且也是要是个对手，是，你必须他跟你一定要是个对手，你一强一弱，或者是一个互相相爱相杀的那种东西都不太是，给得起承诺，他是需要一些能力。我相信在进入这段婚姻婚姻当中，你一定是给了对方什么样的承诺，否则他不会轻易的走进来。那你给了承诺，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做到你做到的？我觉得那才叫婚姻，所以。 我我觉得，呃，现在大家把那个爱情放了很多的功能在里面，放了性的功能要进去，<laughs> 放了承诺的功能进去，<对>经的性性功能是不是也是有能力？性也是一个能力啊，对不对？有些很爱，但是他就没有能力，性能力啊。对对对，那这不行，这样不行。<laughs> 你反应太大了，<laughs> 一定没有，这一定不行。<laughs> 我们看过太多案例是不行。 所以,以男人的观点是完全不行。<laughs> OK OK，<laughs> 不用那么一直重复 <laughs>。OK OK，好。然后呢，男人不行，对不对？那女人行。很多的女人，但不是婷婷啊，哈、哦。嗯、我就说，没有没有没有对号入座的意思。Oh, um, um, 有些人就愿意当灵魂伴侣，嗯对对对，精神伴侣那种那种那种、嗯、柏拉图式的爱，那很 <Okay. S 2> 很多的女人走这一套，嗯 我们讲很多的女人，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所谓的小王，就是外遇的女人，就是走这一套。啊，他需要精神上有人跟他是同一个，对啊，什么意思？我不懂的。但是它就是一个静印，我们称之为静印的东西，就是呃，它可以呼唤呼唤你的灵魂的那一种。哦，所以意淫就可以了是吗？对对，意淫就可以。 <laughs> 或者，然后这还蛮好，容易满足的。或者是，或者是男人需要一个女人的崇拜就可以。哦，有有有有，这个有这个男人没有性功能，然后女人不断的崇拜他，他也、OK、他他会觉得他像一个男人，是不是？好，就是那种被崇拜的感觉。我们就说这种理想化好。化这个心理有一种状态。我觉得其实没有我我没有自信对，对我来说，其实大部分人都需要精神层面有人。 崇拜你，或者是喜欢你，或者是欣赏你的，对不对？肯定你的肯定你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是不管男人女人都很需要的一个，就是一个理想化你自己的过程，就是你需要有个人在理想化你，是我们都很需要这件事情嘛。那所以我觉得，呃，爱情这里头，它跟关系是可以分开来，但是我发现我们，尤其我们处理离婚案子，我发现大家把爱情这个功能放非常多。 或者是说，把婚姻里头的功能放很多。婚姻里头一定要有爱情，有经济，有性，然后有乐趣，然后有呃，有有奉献。要求<麼>要求蛮多的。我发现大家婚姻里头放了太多太多的责任在里头。婚姻这个东西，那如果你把一个婚姻的责任放这么重的时候，另外一个人扛不起来，这件事情就会崩掉了。然后如果、欸 会像是一个你没有办法履行的契约的, yeah, 的概念。Yeah. 我举个例子啊、哦，我就这样举好了，就是说，假设呃，在这个婚姻当中，我放了性性这件事情，他又必须要有性功能，那你会发现一个人没有办法提供这样的性的服务的时候，大概这个婚姻就走不下去了。但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举性应该不太对？我觉得每次加没有讲性，然后 Hank 就要开始讲没有，但是。<laughs> <laughs> 但是其实你很，你真正，担心你真正去看哦、喔，你真正去看男人啊，嗯，为什么在外面跟小三都很容易生孩子，然后回家跟原配都生不出来？真的吗？你看到的是这样子？真的真的，很多都是这样，很多都是这样。他其实是因为他的精神层面，他的小三可能把他当个男人，他的老婆没有把他当个男人，是当条狗吗？就是会一直骂他，或什款 对，或者是,是或者是回家就看他，因为要每天相处，要很多柴米油盐酱醋茶嘛，嗯、所以他会很多对他的不满或者什么。<對>但是小三没有这个问题嘛，嗯，小三就是你出去哦，陪你吃饭，然买个包给你或者什么的，嗯、然后真的，他不会把你当成一个你应该要做很多事情的人。所以当他对你的需求很低的时候，他就会把你当成一个男人，你的某方面的表现就会稍微比较好一点,點，就会崇拜你嘛。 对，我觉得外面的人经常没有原配漂亮，对，很多都没有啊，没有条件都没有原配好。那如果有就算了，那很多都没,、啊、都没有，都没有都没有人气漂亮、哦、啊。啊，可是他们就是有一件事，就是呃，男人在他面前可以变成是一个很厉害的人，是，他因为他就会很崇拜你嘛。那所以我觉得婚姻当中，当你被摆了这么多功能，譬如说经济。 可能又被摆了一个经济能力，那你的另外一半如果没办法提供经济能力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婚姻也要开始崩解嗯，对不对？你把功能摆这么多嘛，是可是放，譬如说以婷婷来讲，她不需要你，你就算没能力经济上，她也扛得住，是，对不对？所以她在婚姻里头的期待，她并没有期待说我的另外一半一定要提供我这样的经济条件。嗯、但很多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 真的是说你没有经济条件，然后你希望你另一半提供经济条件，很多是自己的经济条件非常好，嗯，但他希望他的另外一半的男生要比他更好，是他不这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他确实啊，很多会很难接受男性比自己还不行，对，好，那这个东西我我自己看法，然后就是社会的刻板印象对男性的期待这件事情。 是很不公平的，是。好、哦，他们期待一个男性是要很强的，是。所以他是他一定要是总裁的，是。好、哦，他不能是在家里的人。对，哪那么多总裁？对，哪来那么多总裁？<laughs> <對 S 1> 其实那也是我觉得也是文化造成的刻板印象。好，那还有一种婚姻里头，我摆进去了一个可能我期待一定要有孩子。好，我希望我的婚姻当中是有孩子这件事。诶如果有一个人不能接受这个功能。 没有达标，他也是要崩掉。嗯，有有有，<對>这个我知道。<是>很多就是，所以我很鼓励大家，就是如果先有孩子再结婚。哦，所以你们就是这样，所以没有婚礼、啊。没有。嗯。对我其实蛮蛮蛮蛮建议大家，如果现在，因为你如果结了婚又生不出来，那个压力超级大。啊、我非常多朋友是因为结了婚又生不出来，然后后来就真的分手。嗯，因为那个两方的家庭会有很多期待。 然后压力会很大，其实蛮蛮辛苦的，所以我蛮建议以这个年代来讲，真的是可以试一下，如果可以怀孕再来结婚。这这算是他这算是这算是妖言惑众吗？这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我觉得挺好的啊。他有一天回家跟我讲说，他说：“我觉得你现在怀孕真的太棒了。”是我们在怀孕在六个月吧左右，然后我就在家里，他打球回来就跟我讲这件事情，我说。 干嘛突然这样讲？他说，因为他今天遇到谁谁谁，然后他已经结婚五年了。他已经结婚五年，然后呃，他才知道他们今天在聊说，你好羡慕你哦、喔，你老婆怀孕了。他想说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他他们已经去看不孕症五年了。嗯，现在现在这个这个问题其实蛮严重，是因为大家都很晚婚。嗯，对。然后晚婚的话，其实真的就是。 怀孕的机会会降低，所以其实大家都在看什麼打针啊，啊然后各式各样量，每天都在量体温啊，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有。嗯嗯，嗯<對>是那这个东西其实对对婚姻造成非常大的考验，我觉得了、嗯。嗯嗯，对，难度真的变变得比较、欸、高。对，所以我们在婚姻当中放了很多的功能在那，还有一个就是，嗯、呃，你的另外一半必须要是你的灵魂伴侣。嗯，哦，可是你知道。 很多的男性是拒绝的，你知道男人很怕女人讲一句话，老婆讲一句。我们今天晚上来聊一聊哦。哦，<laughs> 这，哈这,这真的要命了，我跟你说。哇，<laughs> 你很怕吗？这件事情比我们今天晚上聊一聊，这种这个是比其他其他事情都难度都高蛮多的。有吗？叫我们去洗个衣服、洗个碗，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但是聊一聊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结束。 婷婷，聽聽嗯，他他已经在告诉你了。嗯，我不会管这件事。<laughs> Who b e r n you？帮我要干嘛？我覺得是干嘛？对啊，没有，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真的很认，我不是很常说我们要来聊一聊的人。但男人很怕老婆，觉得我们来聊一聊。你那你要你,你要你,你要先想一想，你脑子要先盘旋一下，说你最近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沒有,没有没有，你知道为你知道为什么、啊？男男人不怕挑战，男人是怕那个。 不知道这个挑战什么时候会结束，再难我们都可以处理，哦、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哎、欸，我处理这件事情大概要花多久时间？或者你开始，但老婆的问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结束的，而且你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才是适合的回应，对,對,对然后常常他会他会讲一个东西，比如他常会下班回家，他跟我讲一个说，哎、欸，我今天遇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嗯，过一阵子就发现好像不太对，他会说，你为什么不问我为什么？ <laughs>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他说：“你这样问我就不想讲。”然后我就说：“你如果想要我问为什么的话，你为什么不不直接讲呢？”听到你们两个讲了五句话都还没讲到重点，对，一什么对？对，为什么？他我说他就觉得说男生应该要他丢一个 hint。 出來不是男生，<後>我的意思是说剧本,本，就是就剧本。他觉得他觉得有一个剧本，<laughs> 然后男生永远没有办法照着女生的剧本去 <laughs> 去走。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很困难呢。后来我们就会，譬如说他他会问我说：“哎、欸，他会跟我讲一个事情，然后讲完隔五秒之后，我会说：哎、欸，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说问为什么 <laughs> 之类的？那我们男生是很在某个程度上，他是很没有那么。” 很 numb 的，就是很灵敏度这方面灵敏度没有这么高的。你认对任何人都会这样吗？还是只有对老婆？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啊。OK 男。男男生的脑袋是用来解决问题，<样>女生有时候只是想要抒发情绪。嗯、<对>这个部分我可以理解。嗯嗯<对><对>嗯。嗯所以你还是今天晚上要跟他聊吗？一定的啊。我看今天公司有没有什么事，没什么事就不聊。<laughs> 不可能不聊的啦！啊、哦，今天应该是不太不太可能不聊，所以你跟他聊的都会是，我跟他聊的都会比较都是工作的事，没有开头没有结尾的，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开头没有，就是说<我>聊到一个程度，然后你觉得已经结束了，<laughs> 然后你站起来，然后他就问说你要去哪里？<laughs> 没有了，我我我其实我我我觉得有一些女孩，我曾经。 哎，你知道我的手机像生命专线一样，就是有很多人会打电话来咨询我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我知道为什么、啊、因为婷婷有个特色，是她经常会把把楼给歪掉，嗯，她会歪到很开很好笑的事情上。哦，如果我不开心，我我也会打给你。为什么？你会让事情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样？哦，OK，没有这么严重，没这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且>因为他会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讲。哦，这不是这样吗？哎，这样不是很好吗？哦，明白。明白 对，因为你的思维刚好有时候跟别人颠倒过来，<laughs> 对。哦，但我有，我曾经听过那个女生跟我抱怨她的先生，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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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什么,什么嗯，嗯嗯，然后她跟我在抱怨了两次，就是时间是很长的，<对>然后我就跟她讲说，如果你没有要解决你现在眼前的问题，你只是想抱怨的话，那你下次不要再打电话来了。嗯 <laughs> 因为我会觉得说，OK，对，我会某种程度上会跟他们男生的那个思维一样，就是说，你今天提出，他就是一个问题，有问题，我就我们就是要来解决啊。如果你只是想要纯粹抱怨，那就不需要了。嗯，因为在婚姻里面的抱怨下去是没完没了的啊，你没有要解决你婚姻的问题啊。通常会抱怨就是不想解决问题。对，那你不想解决问题，你的婚姻到最后他就是会来解决你。嗯嗯，你不想解决他，他就来解决你。 那你抱怨就没有用，那他会继续怎么接？然后他就真的没有再打电话给我，后来也就，后来也就离婚了，后来也就离婚了。对啊，因为你没有要解决啊，离婚姻在婚姻里面，我我有一个朋友，他他的婚姻还蛮奇特的，就是哎、欸，我一直在讲朋友，我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看这一集，他跟他先生的感情没有那么的。 应该是后面没有后面几年吗？还是、嗯、没有？他们其实小孩很小哦。Oh, <okay. S 2> 对，然后很辛苦，很辛苦。欸、然后我们朋友也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嫁给他？”他就说：“我就想生小孩。嗯”然后我们就说：“啊，生小孩你就也可以，就是你知道借个精子来。欸啊”“哎呀，借个精子干嘛一定要生他的小孩？”他就说：“嗯、没有啊，那我把他当成我的保姆跟我的司机也蛮好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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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之类的。”那我我就说：“呃，以比较。” 基础的婚姻概念本质叫做互相扶持嘛，因为执子之手与与子偕老，嗯、对啊，那它就是一种互相互的扶持。首先，我们要先知道说什么叫相互扶持，嗯、你才能够进入到婚姻如何经营，嗯、啊，如果你没有理解说婚姻里面的那个相互扶持是什么，你没有经历过这段历程，你完全没有办法知道什么叫婚姻里面的经营。 嗯，不可能，因为它就像跷跷板一样，嗯嗯，嗯常常是一边一边倒，然后你一边再压回来，再一边倒，再一边再压回来，再一边倒，再一边压回来，就这样子一直这样再来回去寻求一种最好的平衡，嗯嗯，嗯对不对？那在此之前，你必须要先知道说那个互相扶持到底是什么，嗯，因为我们气，我在学气功，气功里面就有一种互相扶持，你要去。 呃，让彼此有一个这个这样子的训练。你学那什么气功，我一直常常听到。对，你在学什么气功？气机导引，就是他、哦、就真的气机导引、哦。对对对对對,、嗯、对。那我在里面，我就有我知道这件事情，人人生大概就是这样，寻求一个最好的平衡。所以你要先知道是那个平平衡之前，你要先学会什么。我的想法是这样。你知道，我觉得挺蛮妙的哈、哦，他就直是一个很理性的，然后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他决定了结婚，在婚姻当中，他知道他要什么，所以他一直找到那个平衡点。我其实是用摸索的，我先知道我要嫁给这个人，嗯嗯，我知道这个人我要，如果我今天跟他走到最后，结局是不好的，我都甘愿。那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嗯，主持人换人了，对，换人了。Book tender 是有这个这个权利的，是是是，因为我觉得好奇哦。 你觉得一个人在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你觉得这段婚姻你就要放手放弃？他打我的时候，他动手的時候，哦、他动手的時候，哦這個、他说他喝酒，OK、他说他喝酒啊，因为知道因为我的家庭就是这样。哦，嗯，啊，所以你有一些经验。啊、經我觉得那个太悲哀了，<laughs> 就没有我我其实最讨厌人家跟我讲一句话，就是说我是为了要给我的小孩一个完整的家庭。 我很讨厌听到这句话，因为我从小到大都听这句话。我觉得那个是骗局，嗯，本身是一个骗局，因为你在这个失衡的关系里面维持这个家庭，他哪里好了？嗯，他哪里完整？小朋友也感受得到了，他到底哪里完整？我长大以后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排解我原生家庭带给我的影响，你觉得哪里完整？你看这个讲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laughs> 就是一个高冲突的家庭带给孩子的影。 讲他要花了几年跟自己和解，是知道跟自己是，<久>对，要很久，而且知道说这些事情不是我造成的，也不是我的错，嗯，然后我可以确信我不会走同样的路。<對>光这两件事情的确认，你知道要花多少年？是啊，对对？嗯，所以<的>所以换句话说，呃，动手会是你的地雷，嗯，我的底线，你有底线，啊，还有吗？还有哪一件？譬如说。 你们两个买沙发不同样的，他就花了三十万去买。你说三万块就可以买到，你为什么要三十万？这个就是用钱的观念不一样。对，就类、是、似这种价值观。对，这个价值观，如果在结婚之前在结婚之前，如果我们就已经用钱是每天在一起就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如果在一起的时候那个价值用钱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不会跟他走到现在。那假设他改变了价值观，突然他就是嗯，我我觉得我想要过好日子，我就花钱。 就如流，那个只是一种忍让啊，我觉得。那我说，如果忽然他赚很多钱，嗯、那也 OK 啊。嗯，假设这种事情。哎呀，那如果没赚很多钱，忽然花很多钱，我觉得这样可能就不太 OK 了、嗯。但是就可能不一样了。譬如说，我们有些案子就会走到说，因为他赚很多钱了，他开始觉得有钱就可以做很多事了。可是你，他觉得我们另外一个太太哈，就是一个应该女性呐，他就说，可是不是这样子花钱的，然后。 然后就走不下去了。嗯嗯，嗯我觉我觉得其实花钱在某个程度上，嗯、因为他真的是每天要做的事情，他还蛮重要的。嗯，就是如果这一个方面不合的话，是哦、就是如果你从小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然后另外一个人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家庭我们以前讲门当户对嘛，那它有有一些些道理。嗯嗯、就它的道理其实不是说你一定。 家庭背景一定要差不多，而是你花钱的观念至少要差不多。你可以出生在不同的家庭，那你你对于这个一块钱到底是大概多少的价值，怎么花这件事情，嗯、到底花两百块吃一个好的便当是不是一个很贵的事情？我觉得这个这个观念最好不要差太多，不然后面相处下去会会很辛苦。你知道我要讲这一题的原因是，吼，有时候我们爱上了一个人，然后我可以不用想太多，我就爱上了。嗯、那 我可能要跟这个人继续交往，我也许想十件事情就好了，好、哦。可是如果我要决定结婚，我可能想十五件事情就好了。可是你知道，在婚姻当中，我要决定这个婚姻是不适合我们的时候，他大概要想一百件事。嗯。他譬如说我爱上了，可能想，可能想都不想。那当然有人可能想五件事，有人想十件事。 可是我要跟他继续交往，我可能就要想十件事，我要不要跟他继续交往？但是如果假设我要跟这个人结婚，也许我想十五件到二十件，哦，然后呢？但是我要分手，我要离婚，我要放弃，我大概想一百件，然后来想说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够好，或者是我要不要继续留在这里？我为什么刚刚会去问婷婷这个事情？就是说有很多的女性朋友经常会问我这一这一题，她觉得我是不是？ 我应该要再继续努力下去。你知道，就是他们的提纲里面说，要爱就爱到底。你看我多么乖乖的把他们提问起来，很棒 <laughs>。你看我真的是乖学生 <laughs>，<laughs> 真的是乖学生呢、欸。<laughs> 对，可是我有很多的女性当事者啊，或者是朋友，都是卡在这件事。那我就发现了一件事，一个现象，我发现很会谈恋爱的人。 会很快决定，我们没有爱了。很会谈恋爱的人会很快决定我们没有爱了。没有爱情这件事，他很容易判断。我也觉得很纳闷。他说，他就很容易判断说，我现在对他没有爱情，而且他转头都觉得他做任何事情都很讨厌，没有感觉，没有任何感觉。概念什么概念？就是不爱了，不爱了。他就而且他没有道理，就是不爱了。他只爱自己呀、啊。 他爱他的时候，他对他非常好。哦，那就表示他爱他眼里的，跟他自己,自己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的那个感受，那个感觉，那感觉對就像喝了酒的感觉，嗯、就是他只爱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后来他发现那个感觉都不见了。对啊，那就他就很清楚知道他不爱了，那就是假的，假的了，不是吗？对，<laughs> 是不是？就是我知道那个很会谈恋爱的人可以请你。 讲一下这个是怎麼那个，其实我是前面以为是繁华盛景，结果是海市蜃楼。嗯，這个其实就是爱自己多一些啦。对啊、嗯，那个真的是爱自己多一些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朋友说：“你为什么知道你不爱？”我说：“知道不爱啦，这发生了什么？没发生什么。<以>”他、啊、就是他感觉变了，他就觉得这不爱了。感觉,了感觉变了。他说他他这突然没有那种感觉了，他好像也没有在期待他走进家门的那种感觉都没有了。 好，那我再讲另外一个，就是说，可是我大部分，百分之八十到九十左右的女性呢，都在这种状况下，她们不是很确定这个关系、嗯，不是很确定的其实很多，不是对不确定的居多，嗯，不确定什么？不确定什么？不确定,定到底爱不爱这个人呢？对，爱不爱这个人，跟我要不要继续这个婚姻关系，我好像继续下去很痛苦，但是离开我又受不了、嗯、其实很多人、啊、非常多，啊、大部分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不然不然干嘛还需要这么多心理治疗师或是，这这是什么概念呢？那很多人都这样啊。真的吗？嗯，就是很讨，就是觉得。觉得觉得觉得很痛苦，但是又舍不得啊。好像是，好像是。就是这样啊，都是这样啊。是好像是。嗯。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在某个程度上是希望自己维持在某一个好的？ 我举个例子，再举个例子。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女性朋友想要邀请老公跟我去做咨商，因为他真的再继续爱下去，他是痛苦的。嗯。可是让我离开，我又舍不得。对。这是一个什么状态？<laughs> 这是什么状态？然后他无法去整理出这个状态是什么状态，哈、哦。对。到底是我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的困境当中，或者是希望你的另外一半帮一个忙？ 我们去做婚姻之上，我觉得我跟你走下去有一点不对劲。好，那个不对劲是，他很难具体说出来，所以具体说出来，他当然可以用很多表面的小事情，譬如说你最近太晚回家了，譬如说你不洗碗了，或者什么，或者最近你太忙了，或者是你最近嗯，我觉得你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我老觉得你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可是那以前他这件事情都没有关系，可是现在我都觉得不行，反正我就卡住。 那很多女性朋友就在这个时候很想要找到一个喘息的可能，那他就说：“那我们去婚姻之上，我觉得女性朋友比较容易接受心理学这个事情，可是我觉得男性很拒绝，包括性智商这个事情他也很拒绝。譬如说，哦、那有损颜面的、啊，对，<laughs> 嗯，有损颜面，哎、欸，真的绝对有损颜面。啊、我我你知道，我很多的女性朋友针对于男性这件事情，都告诉他说：“如果你再不处理，我就要离婚。” 可能就是他有一百件事都做非常好，包括呃洗米煮饭，然后去接送他，然后呃就真的很配合，很很照顾这个女妻子。可是唯独的就是性生活这件事情不和谐，然后这个妻子就想尽办法想要处理这个事情，包括穿性感内衣啦，或者是比较性嗯 A 片啦，或者什么，她能做都做了。可是老公无动于衷，哇，他很痛苦啊。 那真的很痛苦啊！对，应该要痛苦。他九十九件事情，你对我这么好，这么好，就读读这一件事情，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欸、男他邀请男性说我们去做那个呃性智商，他就是拒绝。那你觉得以男性的角度来看的话，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应该买一个鞭子。哈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这个我们是十八岁以下，所以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意思。没有啊，didn't get it 就。 这不是智商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么是什么可以解决？他可能有特殊的癖好哦，就、oh. 你可能要买个鞭子啊，或者用高跟鞋踩他，或是是需要刺激，他需要刺激。嗯、那有可能他的他的性的需求是比较偏激，或者是特别的，有有这是有可能，这是有可能。<laughs> 那为什么他不直接讲？讲不出坦白讲，你讲出来，我,出來我们鞭子可以吗？很多宝子，<laughs> <laughs> 没有。<laughs> <laughs> 是可以买很多，一个是,是你要拿刀子我都行了。一个，<laughs> <laughs> 一个是或许他自己不确定，<laughs> 或许他自己本身很压抑，嗯、但是他绝对你去看他的网页浏览记录，就大家会知道了。啊，对，就看他如果上那个 p o m h u b 他看哪些片，嗯、大家就会知道是。上哪个网站看的？就是那个全世界最大的。 A A 片网站叫 Porn Hub，怎么写？P O R N、T、H U、B、P，要你的当事者。对对对对对,對，其实大部分我先上去看。我,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可以，我觉得夫妻之间应该要沟通一下，譬如说，老公喜欢看哪一类的类型的，老婆喜欢看哪一类型。但你觉得男人会跟老婆讲吗？会啊。我跟你讲，男人会跟老婆讲，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老婆不会把这件事情大惊小怪。哦。 就你把它当成一个很正常、嗯、很正常的事情。嗯，就他就是他就是一个，但是就怕男人没给女人这个机会。不是，不啊、是怕大部分都是女人会觉得说你有你变态对之类的。你为什么跟我结婚那么久，嗯、你还需要在家里自己自来,自,來自己来？对。嗯、但其实这个自己来跟跟老婆一起运动本来就是两件事情。 <laughs> 自己来比较快，还是运动比较好？不是，两个都有需要。不一樣的感受嘛，對,对，对男生来说，对对男生来说，他就是先天上。你要说对女生来说也差不多。对啊，就是就是他其实就是两件。那你需不需要看那个网站？我也会看啊，也是那个网站，也是那个网站啊。哦、OK，我也会看啊。而且你知道，我们家其实有时候很忙的时候，家里还蛮脏乱的。但是我们整个家最干净的就是他 A 片资料夹。 你知道我们动不动都是还是聊回来，没有。我说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因为这个是一个信任的基础。对，那我刚才讲那件，他就是没办法。他怎么问，他就是不说。没办法，没办法。其实有一个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不说，是因为他觉得你他不敢说，不会懂，他有这样的需求。然后他的回答就是说我叫做心阴性的。 性功能障碍是，绝对是心阴性的，对吧？哈，心阴性的，是就是你你如果没有办法勃起，大部分都是因为你老婆没有辦法，<laughs> 你没有觉得你老婆把你当，<laughs> 你没有把，你没有觉得，你没有觉得你老婆把你当成一个男人，但是你如果出了这个家门，每个都翘得很，就是升起这样子，对，<laughs> 你看你看那个。 很多就是跟原配生不出来，出去跟小三都生了一头拉苦了，很多都这样啊。其实你讲的都对了，啊、因为那个个案后来他发现他其实是外遇，是啊，所以他就很难理解。你不是心因性的性功能障碍、啊？障碍啊，出去都都很好、啊、你的心性性只针对老婆。对啊，老婆多不堪呐、啊，那对那<吧>这那也不是，那已经多多少少是老婆有点需要负一点责任了。那,那但是老婆她想要。 找到修复的可能，怎么都那么难。修复的可能就是不要把她老公当成一个圣人，应该什么事情都要很好，就要把她老公当成原本就是一个烂人。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说当你爱对方的时候，你必须要去理解他，你才能够说爱。为什么？因为你才能够去付出那个他需要的那一份爱。那所以我觉得老以前老人说那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很对的。你应该把你老公当成一个烂人。 然后每天只要能回家就捡到了，哦，你老公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然后他就会对你很好，就这么简单。但是其实你对你老公好就是对你自己好，所以你就是把老公当烂人，然后不要对他有期待，不要对他有任何期待，你就是当他成一就是一条猪，然后他回家能够做多少事情，你都觉得哇，老公你今天真棒，你帮我稍微洗个杯子嚯，你今天很好，哇，我跟你说那个老公心情就很好，他就。 对，很好。那男人言论，婷婷来，婷婷来一下。我我是我是我是这样说的，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言论，就是说，男人呢、啊，他其实也需要爱情，不是只有女人。嗯、所以男，但男人不会去把爱情这件事情一天到晚挂在嘴边。嗯，不会，他们是一个这这是一种感受的问题。嗯，呃。 有没有人觉得说男人男人本身是不是知道自己需要爱情这件事情？我们不去讨论，但是我只说寂寞是生命的本质。嗯，每一个人都一定会有寂寞。那那个寂寞是什么？当你寂寞的时候，你就会有爱情的需求。嗯,嗯其实因为你会有那种被雷打到，你众猴才会被雷打到，那个就是一种寂寞，嗯、因为你你。 会需要很多人，不、呃、要不是需要人的陪伴啊。嗯，需要人给你的刺激呀、啊，需要人给你的很多那种 flirt 里面的那种，你知道那种下体痒痒的那种，<laughs> <laughs> <laughs> 就是真的很有事。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会你会有一种你会有一种那个反应、啊、我的意思是，你可能摸到他的身体的时候，你会你就会觉得好像，哎呀，魅力、啊，你会有你会有冲动。 性吸引力，性吸引力那种东，那对我来讲，那个都是因为寂寞，它就是生命的本质，那些、個、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嗯、你需要这样子的爱情去刺激你，嗯、男人也需要啊！你以为只有女人需要？不可能嘛！所以，如果你的婚姻中，<對>你的老公有了另外一个小三，嗯，这会是你的婚姻底线吗？我我觉得这不是我的底线。我有曾经跟他说过这件事情，哦、就是说，因为我了解他的个性。 今天如果他外面有外遇，嗯，绝对不会是只有他的问题，嗯，肯定跟我自己也有关系。嗯、<哼>我在这一段关系里面，我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不会先去检讨他，嗯、<哼>但是那是因为是他，嗯、<哼>我了解他，okay, 对，因為你了解他够忠诚，不是他，我我们不讲忠诚这件事情，嗯、<哼>就是我了解这个人，他不是一个那么呃。 轻易的去做这件事情的人，OK，离、呃、开这件事情不是那么轻易去离开。Okay, 他如果你逼到这个人离开了，比如说他不是一个很容易生气的人，你让这个人生气，那你就白目了。嗯，对吧？因为他等于那个，我们我们我们要帮男人讲一些话。嗯，男人其实，在有小三这件事情，他是没有什么话语权、嗯、是。但其实因为我今天喝了酒，所以可以帮他们讲一点话。嗯、<laughs> 好，你说一下。 大部分的男人其实没有这么想要找自己麻烦，出去找小三。嗯，可能有百分之五十的男人是因为本来就管不住这些老二，所以他会，定期要出去搞一些事。但其实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男人，其实他不想要这么麻烦。他如果不是在家里寻求不到温暖，他是不会出去外面找一些让他自己很麻烦，因为同时处理两三个女生。 是很累的事情，因为你没体力，你不要代表男人。没有，我跟你说，<laughs> 大部分男人到四十岁以后，你觉得他体力真的很好吗？嗯嗯，嗯他是心理需要有一些刺激，不代表他的生理需要体力很好。嗯、大部分体力都没很好了。我跟你说，我们身边的朋友每一个有一个体力好的了。<laughs> 天哪、啊！哦、oh,，所以你觉得呃，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婷婷刚才讲，如果。 片他有一个有一个外遇，那个外遇是精神伴侣，我不讲性好了，这个也是你允许的吗？那应该讲说你能接受这样的关系继续。我最近呢，我最近案子很奇怪哦，多数的外遇对象都是酒店小姐。好，那不叫外遇了，他们说性交易，好，性交易不性,性交易好了，啊，也也有已经有酒店小姐在一起的就是。 从从到变成有,有精神有，已经有了哈，有了像卡布的概念哈。我就觉得妙，而且是最正，嗯、我都还怀疑跟疫情有关。<laughs> <laughs> 疫情到底可以造成多少？有有有，这绝对有关，<对>因为最近酒店生意没有那么好，所以酒店小姐算是比较会陪你聊天。<laughs> 比较有空闲，比较有空、欸。哎、欸，我认真的怀疑跟疫情有關,有关，有关，有关。因为这一阵子全 <laughs> 以前还有蛮多客人就没有空理你。哎 <laughs>、欸，你认你讲认真的吗？真的的、啊。从男性角度来看是认真的嗎，绝对是这样。我到不、啊、现在酒店生意不好啊。<laughs> 你好烦哦，所以你才要做 podcast，<laughs> <對 S 2> <laughs> 因为太无聊。是 <laughs> 吗？哦，所以我就在讲说，哎、欸，我不知道为什么都是有这样的情形、啊，然后。 那我在想说，可是很多的女性在这里产生了其實我说人到底你的老公外遇，或者是有性交易，哪一件事情把女人逼得最最难看？那问女人，我觉得我因为我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但是如果看我妈妈的话，你妈今天还蛮可怜，被你 Q 了好多次、欸 我觉得精神外遇听起来比性交易还要再严重一点。对，精是不是？<laughs> 但我觉得我不懂，因为女女生的，我不觉得只有精神，精神,精神加肉体通常都是一起的啦。对啊，不可能只有精神。现在哪哪这这么那个柏拉图哈、哦？对啊，什么东西啊？嗯、不流行柏拉图的。 对啊，他如果柏拉图，我就会问说他有去看医生吗？性功能是不是有点问题？是有障碍吗之类的啊？我觉得不太可能哎、欸嗯。嗯对，我觉得。所以如果这样假设好了，如果你在一段亲密关系，不要现在不要管 Hank，好，就是、说你这一个亲密关係，<laughs> 不要管我，就是你在前，或者你在，你你的你的你的另外一半是有了性交易是。 你会继续跟他的交往吗？继会继续往来吗？你说，你说像上酒店这种嗎？呀呀呀哦，我想一想哦，很难想、欸、哦，很难呢、欸，很难呢、欸，真的。然后后来，呃，我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嗯嗯，嗯就很妙哦、喔。很多的男性在被抓到外遇的时候，他说：“啊那是性交易。”嗯，然后我就想，嗯，你为什么都跟你老婆这样子讲？ 因为男性的角度认为性交易这件事情情节比较轻，而、啊、如果外遇，他说这怎么会是外遇？你都跟人家上床了。好，女人的角度讲，你都上床了，这不叫外遇，嗯、什么叫外遇？嗯，我我我是这样想的，就是说我可能对于婚姻的这件事情的看法会比较没有。 我没有那么多不干脆的东西。怎样？嗯，就是我没有那么拖那么拖泥带水的，好像金鱼后面拖一条屎。Always，嗯，我有几个很大的重点。第一，你的价值观如果是相同的，这个婚姻绝对能够走得下去。Mm hmm. 即便即便是你们的思考逻辑方式不太一样，<Yeah. S 1> 但是人鬼殊途，殊途也会同归嘛。嗯、mm，hmm. 对吧 o k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嗯。 我我觉得性呃，我们的灵魂会因为我们的价值观相同而吸引在一起，嗯、<哼>这是一个。那还有一件事情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性关系。嗯、<哼>如果我今天跟他的性关系是不和谐的，嗯、<哼>抱歉，我可能也没办法。因为你婚姻要走的很长久，这些东西都是要囊括在一起。当然没有办法到这么的完完美。 我我其实本来是想过說，说我可能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我可能要找三个对象去弥补我的需求。嗯，<laughs> 是,是，一个是陪我去看电影的，一个是陪我上床的，就把它拆开来嘛。嗯嗯，就是一个女人很可能需要五个伴侣。 有可能、嗯、是有可能，有可能啊，对啊，一个男人他会三妻四妾，所以一个女人她也可以需要的啊。啊，因为男人没有办法满足这样所有的功能啊。是，那可能我是比较在一夫一妻制的情况之下，我可能比较幸运，我找到一个可以的。可以全部功能都在啊，对对对对对对，那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确实，对啊，<實>那所以如果单身也没关系啊。<laughs> 对呀、啊，<laughs> 不要进入婚姻啊，那、啊啊、或者是离婚也 OK 啊。 比较快乐嘛，比较开心一点，你不会有那么多纠结、挣扎。就是哦，那如果他怎么样，那我怎么样？你可以接受，你就接受，那是你的选择的问题。反正你就是下好离手，愿赌服输，嗯、<laughs> 就是这样啊。确实，對啊、你知道最近呃，除了我刚才讲他的呃，另外一半呃，有一些跟性交易的事情开始多了，还有一件事情也开始多了，在这个时代，无性婚姻。 像你们刚才讲性生活很美满哦、喔，哦、嗯喔，对不对？而且对你们来讲都是婚姻中的必要的条件。嗯，可是你知道现在开始有了无性的婚姻生活，什么意思？相敬如宾。他没有相敬，他们是玩伴，是可以一起，就是真的是夫妻，可是他们就是没有性生活。哦，我们有遇过开放性关系的。好、喔，他有开放性关，但是他们连开放性关系都没有说，开放性关系有也有。 好我们也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嗯、但是我现在在处理案子当中，发现这个时代开始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发展，就是我跟你没有性关系，但是我们是婚姻，我们是夫妻，就结完婚，每天只要一起吃个排骨便当就可以了，yeah, yeah, yeah, yeah. 嗯，然后不用不要有性，它是可以的哦，好、哦，或者是结婚了十年之后就开始没有性生活嗯，蛮妙的，嗯。 所以你们可以这对夫妻可以想一想，这种为什么会是婚姻吗？那他们很开心吗？哎呀，开心完蛋了。啊、OK，只要没有人去说，哎、欸，你们怎么会这样？他说，哎、欸，我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还没有开始过，哎，结婚五年都还没有开始过，没有洞房花烛夜这件事。那你。 好酷哦、现在是因为线上游戏变多了，还是？<laughs> 对，就是你讲，就是还有太多的娱乐可以处理的，像以前还是需要个鞭子来的。以前那个玩，那你还有没有特殊的案例？<前>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你说跟性有关吗？哦哦、你因为你们個之类的有没有，就是其他的、其他的、其他的、其他的。我觉得他现在很多的婚姻形态都，我觉得这个开放性关系的婚姻生活我也听过哦。OK，那那个。 哎，很妙的是这样比较不容易走到离婚。哦，完，嗯嗯，他们看起来很开心，他们都很开心。是我们有有有有这样的朋友，对不对？真的很开心。嗯，那但是呃，我觉得性这件事情，就是无性的婚姻生活这件事情，是开始是这个时代，这个尤其这个时代开始变多。哦。然后第三，吃素了。嗯，就是吃素。 那第三个就是呃，婚姻里头，呃，我觉得比较多的都是父母介入比较多，那个介入程度介入到可以在他们的夫妻上面装这个装那个监视器，这个也太离谱了，很离谱哦。父，你说父母在夫妻的床上面装监视器吗？Yeah, yeah, yeah. 看他们有没有干嘛吗？对对对对，之类的。的、欸。这是什么状态？什么要看？或者是要看什么？ 因为他们有没有性生有没有发生性生活？因为他想要抱孙子啦。呀，是是是。这個听起来很诡异，很恐怖，很恐怖吧？怖吧哦、这个听起来太恐怖了。对对,對,對就是先看有没有需要帮助的。那、啊、推推屁股吗？还是么、哦？或者是有父母在？呃，就是就是反映说，哎、欸，怎么办？我们家女婿好像尺度大了一点，所以我女儿好辛苦。<laughs> 有没有？你看，父母可以介入到这样。<laughs> <laughs> 对,對这听起来好难过。这個、这个听起来，好你无法想象吧？没办法，这个听起来很不舒服、啊。你为什么这个又这么激动？我不知道，是听起来很不舒服、啊。你为什么这个案例又这么激动？因为这听起来不舒服啊！如果丈母娘跟我说，觉得你动作太大，我就听起来怪怪的。就是你被 judge 对不对？对啊。呀、嗯，就是我们不知道东方人的父母怎么管好宽哦。 就是以前以前那个笔吼写字什么写大小字也就算了，对的 OK 啊，这连这个都要管吗？对对对对，这个很厉害吧？哦，反正我没办法，我没办法，说实在我没办法想象，没办法想象，就是我们的日常。Oh my god！那后来也，就是离婚嘛，对不对？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是是是是妈妈有意见，人家女儿也，女儿还好，女儿还好，妈妈有意见。 女儿有没有开心不到？但势必一定跟妈妈说了这件事，妈妈很有意见，所以来帮她找律师。<laughs> 所以其实这是、個、这个可能只是妈妈多虑了。妈妈心疼女儿多虑的母亲很多了。哦、对啊，可能女儿妈妈过得其实蛮好的。媽媽媽 <laughs> 听起来蛮、這個、听起来蛮好的。这个是 <laughs> 不是很确定, <laughs> <的>定？但是听起来蛮好的的。不太确定，但是我是觉得说，呃，婚姻的形态有很多了，然后呃。 不要过度的单一扁平的去思考，有时候只要两个人开心就好，两个喜欢就好了嘛，對,對,对不对？那有时候我觉得不是外界的眼光，有时候连父母都要做介入，候，那真的就是一个悲剧了、啊。你婚姻真的很难往下走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现代人婚姻如果想要往下走，其实很重要一个点就是不要理爸妈在想什么，跟不要理身边的朋友在想。其实你要好好的长大，就是父母不要把你教好就好了，因为他不要管你太多。 其实到最后还是，毕竟这个相处，你说要管爸妈，要管小孩，其实到最后那都都假的。因为其实，比如说像我跟他以后要每天在一起的人，就是就是我跟他而已。小孩长大了会还会离开，爸妈至少也是会离开，这都都是这样。最后我们待最久的就是我们两个，嗯。所以其实你你如果觉得可以跟他一起好好相处，就好好跟他相处，其他人在意什么都都不关我们的事。嗯，我觉得。 婚姻需要两个成熟的人，需要两<吧>个成熟的人。嗯、我需要两个成熟。我记，我很记得去年我们在西班牙的时候，我真的很认真的，我们出去喝酒，嗯嗯，嗯把小孩丢给婆婆，然后我们两个出去喝酒。到第三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就我觉得我不适合婚姻。我一直觉得你不适合啊、喔，对，从做到现在一直觉得你不适合，<laughs> 但是你却是一个很好的婚姻关系，所以你看，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伴侣，<对>你要战友、战友是吗<吧>？对有呃，但是我必须说，他其实还蛮成熟的，这个是我幸运的地方。因为我去年我对我去年真的就是，我就跟他讲说，我觉得我不适合婚姻。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你知道吗？没有任何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适合婚姻，但婚姻是一种依靠。嗯嗯，嗯我当下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妈的。 觉得我自己好幼稚哦、喔！找对手，找到对诈诈,诈,诈骗集团，找到, <laughs> 找到对手，找到对手，真是对手！真的，他跟我讲那句话之后，我就觉得这个一般男男生呢，不太会去跟你讲这句话的。我觉得很，我觉得这是事实啊。嗯，但我觉得很难，没有人，没有人真的适合婚姻。是啊，婚姻是一个依靠，对，婚姻是一种依靠。你坦白讲哦，这很多人听到会哭，你知道为什么？ 就是说，哪一个女人走嫁给这个男人，不是找一个依靠哈？很抱歉，我们今天要讲异性婚啊，因为我们的经验目前我们這一前多一点，一點对对对对我们因为聊再聊那个就聊不完了，所以我们,今天我們光聊这个就已经光怪陆离，对，所以人家同性婚搞不好更好，就是异性婚在这边光怪陆离，在这边讲同性婚说不定好很多，哎，同性婚好太多了，真的，对，这真的他们更更更成熟。 然后我老觉得就是说，嗯，很多的人结婚没有人想要离婚，嗯，无非找到的是一个归属感，尤其是女性在关系归属感这两件事，是她呃一直在寻找的事，不管她放在哪个位置。那如果这个婚姻刚好就是可以变成她真正的归属跟依靠的时候，那对女人来讲会觉得这是她非常 lucky 的事。 然后他最悲伤的事情就是，他误以为是他的归属，却是，呃，恐怕是他最遗憾的地方。大概就是，呃，没有办法是他的归属，而且是一个幻想。那个幻想破灭的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很大的背叛。嗯，所以我觉得女人往往在，呃，我刚才为什么一直在讲，女人要离开的时候是要找一百个理由才离得开，也无非她必须要确认再确认，这真的不是她原先想象的归属。 或者原先想象的依靠吗？我觉得依靠有时也也许他不见了，但他难道不会是真的是他的家吗？那男人也需要依靠啊，男人需要很多的依靠，他不会是一个人，会不会？嗯，我我觉得对我来说，嗯，我觉得男人其实很脆弱，男人很幼稚，很脆弱也很幼稚。 <laughs> 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男人男人超级幼稚的、啊。嗯，相较长不太大，嗯，相较女人来说，我觉得男人其实比较脆弱，也比较幼稚，嗯，也因为幼稚而脆弱吧。我想，那他们需要的那个依靠的那一份力量，其实还蛮大的。对我，我我其实是这么认为的啦，就是你如果把它看穿了，就是这样，因为他们需要的那个精神上的依靠，其实是比较多的。 他今天在外面工作，回到家，他想要的是什么？就那么一点点，嗯，没有别的，就那么一点点。可是很多女女女生可能没有办法理领会这件事情。嗯，所以你觉得很多的女人其实，在婚姻当中一直找依靠，但并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依靠者。是。 给人家依靠的人，因为他就是想要依靠别人，他就不会变成那个依靠啊。所以婚姻当中有一个条件是够成熟，第二个是够让他当他的肩膀，嗯，对不对？听起来你的<是>你最大的想象是这样。我我觉得男人有时候，你知道，因为我们在练练气功的时候哦，他有一个我们在讲那个。 有一个叫“干骨之父”跟“干骨之母”，嗯、就是说，嗯、我们我的教练跟我讲说，他在五十岁以前一直很想要去解决他自己的“干骨之母”。可是你要知道，女人很复杂，“干骨之母”在哪里？就是他在《易经》里面，嗯<哼>《易经》里面讲的“干骨之母”跟“干骨之父”。他说，女人其实比较麻烦，因为她的很多的情绪、心思比较细腻，嗯、你要去解决自己的那些。 呃，比较负面的情绪也好，或者是比较多的那个，不要说负面的情绪，就很多的情绪，嗯、很多的东西是比较困难的。可是男人他其实是很简单的，干股支付比较好，要好解决。为什么？因为男人他最难克服的就是那个欲望，嗯，什么欲望？就是我对事业要成功的渴望，就是一种欲望，嗯，我要赚钱养家的这种欲望。 我需要有一个，你知道维持那个尊严。就像我常常看到我爸，我就觉得说，男人真不能失职，在外面。嗯，就是你必须要有那个面子，你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就是要有一个男人在外面的一个样子。 不要刻板印象。对，刻板印象就是那个体面啊，面这个面子啊，那个尊严呐。知道为什么要有的？可是那个全部把它归类上，就是一种欲望。那婴儿潮时代的男人。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比较简单，嗯，比较简单，容易去解决他，嗯，就自我解决的那种。但女人就很难，她有很多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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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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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哦，所以就说女人是复杂的。 複雜男人是简单的，是，其实是因為男人比较好对付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对啊，<Okay. S 1> 男人真的比较好对付，女人超难对付。嗯，她有太多的情绪了。他是孔子的那个，因为男人头脑其实很简单，他没有，他们没那么複雜。男人是超级简单，如果以那个细胞来讲，男人太简单男人是单细胞生物，女人是那种多细胞,胞生物。男人就是因为太简单，所以才会让你生气嘛？<laughs> 是吗？你怎么没有想到我需要这个呢？ 哦，他就是没想到，<laughs> 所以你当我一个女人复杂的时候，你觉得面对一个单、嗯、很单调的男人，就单细胞动物，你会怎么样的去应对呢？就直接讲你要什么、啊、，OK，就直接讲，对啊。所以你晚上听他讲话呗，到四点也都 OK 了。都 OK，他只要不要希望我一直要要应他回答他，而且要问他说你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啊，或是为什么？ 没有，直接讲，你就直接讲就好。对，但是我有时候我就问他的时候，我就说：“哎，剧本就是要这样演，不然怎么讲得下去？” <laughs> 的那种。可是我其实是会直接讲的人，嗯，我不会，我会，我如果不讲，就是我觉得我现在不想讲。好，<樣>那其实我整理出一个一个你的，我我觉得我整理出一个逻辑来哈，嗯、也就是说，在一个婚姻当中，嗯、我们价值观相同，但是呢，我们呢对于很多事情的角度。 还是会不一样，对对不对绝？绝对不一样，绝对不一样。对,不对，哈、哦。譬如说，呃，你的另外一半是，呃，很简单的是处理事情，而对关系、情绪、情感是比较钝的。他比较难难去看那个，我只会看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需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钱不够了，我去赚钱。然后你跟别人吵架，我帮你去骂人之类。他可能可以解决这种事情，可是呢？ 可能女性或者有有些是比较男性的人，也会比较有这这一块的比较多的思维。他可能对于关系、情感、情绪都很敏锐，然后他对事情想的很多的层次。可是这个男性或者他的另外一半不是对手，接不住。嗯，好。所以即便我们有共同的价值观，但是呢，我们对于一个事情的切入点跟重点放的也不一样。可是这段关系还是能够继续。 的原因就是像刚才婷婷在讲的，我们理解了，他可能不会再想情人节跟我说什么，但是我明白那就是他，那你就不会对于情人节他没有送你花这件事情感到失落，你没有失落就不会有争吵，你就不会有任何对于这个婚姻期待的呃落空之后你产生的怨怼，婚姻才能够继续长久下去，所以他的前提都还是在于理解。 即便你们有很多的不一样，啊、即便我价值观一样，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的不一样，想法很多都不一样。理解之后，把自己的标准稍微放低一点。<laughs> 我跟你说，还有一个习惯不一样，<對>譬如说牙膏啦，<對>或者譬如家务事怎么做了。这个我们觉得还好，你知道他有一次我们结婚，我们是随便挑一个日子去登记的，然后我就有一天突然 recall，想说，哎、欸，我们结婚纪念纪念日过了，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觉得你不爱我。 因为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那一天你忘记了，人家你看人家都很浪漫，都会带老婆出去吃饭啊什么，从来都没有这样。他就跟我讲说：“baby，我跟你说，你看你看，你看看你长这个样子，嗯，路人都知道我爱你，你怎么会觉得我不爱你呢？”哎、欸，这个男人，然后他就走嘞、欸。这个男人。 <laughs> 你会原谅他一百件事，好吗？他讲了这一句我什么都没讲啊！他讲了这句话，我我是我什么、嗯、我什么都没讲，看看我也没说長你长成这样，我还在你身边不离不弃。 这句话就可以省略，然后然后我可以省略。我听完之后，我就说：“哦，我刚才以为说他长成，大家都知道我很爱你，我我以为他很漂亮。”没有，没有。你后面加上那句，我知道你在讲。没有，我什么都没讲，我什么都没讲啊。然后我就说：“我长成这样是怎样？”我没有，我没有讲怎么样啊。 你可以自己对。你后面再加了一句，真的是扣一百分，好不好？<laughs> 这时候你要离婚，你去原谅他。我跟你说，你要买买鞭子，买鞭子。对，其 <laughs> 是他來买鞭子。我想他从来没有，他从来没有夸奖过我。啊，欸、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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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从来没有。哎，你这样子有安慰到我哎，真的，你安慰，<laughs> <laughs> 你安慰到我了。 我觉得你安慰了大概一一千<好> <laughs> 大，大概大概有五十万以上的女性了我我说真的，她从来没有夸奖过我。你看这么漂亮女性，然后被讲成这样，我我哦,哦，我想然后这个女人还很爱她，她内在外在都没有夸奖过我。哎，我常常跟她讲一件事情就，就哎 <laughs>、欸，那你那你我找我找我找另外一半，从来没有在看外表。<laughs> 天哪、啊，你知道我们刚才在讲一个。 敬意，然后被崇拜的感觉，然后你的另外一半其实是没有肯定你的外在跟内在<對>那的。那你的那你的你自己没有我我,我有肯定他的内在，<laughs> 他没有肯定我的内在。我有我有说过我从来没有在意外表，但我觉得他这句话对女人多帅、啊、但我很我觉得他的内在非常的帅哦。<laughs> oh, 他说我很帅，这句话我接受。如果我是你，我接受。他很帅啊，我喜欢他帅。嗯、他说我就是那个那个什么帅什么帅。 那叫什么机车帅？<laughs> 我忘记了，忘记了，就是一个什么帅忘记了。哦，我说像我这种帅，就是属于很表面的帅。哎、欸，这个、欸、很实质的帅、啊，很实质的帅，的帅<對>，他的帅就是那种很抽象的帅。哦，抽象帅，他说我是抽象帅啊，这个不是重点。<laughs> 我说我要说，其实這個計、欸、<laughs> 他跟我很计较，他从来没有夸奖过我。 啊，亲爱的，亲<對>爱的，如果大家有在听的话，<對>你知道他没有夸奖过你，然后这一段爱情还这么美好，婚姻还这么美好，可是你就明白这个事情真的是。对他从来我不会，我我不会，因为他没夸奖我，我就没自信啊。但你对于他不夸奖你，另语夸奖你这件事情、啊，嗯、我用另语，你看我有评价不是另语，你说错了，这绝对不是另语。那是什么？那叫做夸奖要。<laughs> 对,对的时候，当你平常不夸奖人的时候，你偶尔忽然在他出其不意的时候夸奖，这个夸奖的效用就变得很大。你看多有心机，嗯、当你每天都在夸奖的时候，你的夸奖就一文不值。对，可是我跟你说，他很少夸奖，所以我们是要用在刀口上，<laughs> 好吧？他在他刀口还没来，<laughs> 他刀口来的时候你很耍。刀口比较少出现。<laughs> 他刀口还没来，<laughs> 他刀口来的时候你也会耍吧？不会不会 不会，啊、可是我我觉得啊，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不不需要去因为他给你的那个夸奖而你有自信啊，这个人在你身边，你就要很有自信、啊。那你怎么确信他是爱你的？嗯，我觉得很多的女人就是在这里头一直不断的要确认你是爱我。 我不会去用问的哎、欸，对，我们不会用问，但他怎么去劝？你知道，女人很多的婚姻中的不安都是源自于“你还爱我吗？”我我讲过，那他如果我弟弟表面讲也没用。我弟弟曾经，我我结婚的时候，他约我去吃早餐，因为他很不能接受，因为呵呵他觉得我们已经讲好了不结婚。你你弟弟到底是在不接受什么？没没没，因为我们家的问题蛮多的哦哦、啊啊，所以你跟弟弟两<對>个都。 约定好不婚吗？也也就是说，因为我我们家的问题还蛮多的，<解>然后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家庭其实带给别人会有很多的麻烦。那婚姻其实我们曾经从小到大就聊过这一类的问题，然后我们就有讲过说，我们其实那我们就都不要结婚了，这样。那我因为我们两个人真的是相依为命长大，去面对家里面的很多的困难，对对对对。那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嗯、呃。 如果这个人，我跟我弟弟说，如果这个人呢、啊，他能够理解你的过去跟体谅你的现在，那就是他了。你弟弟后来都都支持你了、嗯？没有，因为他他也找不到人。<laughs> <laughs> 他到现在还没结婚呢。哦，oh. 对啊，但这样的人不好找、啊，找到一个另外一个 Hank 女版 Hank 是困难的，困难的，这绝对是困难的，的确很困难。 很少，真的很困难，就是万中选一。嗯，我觉得他算是有智慧的、啊，因有，我觉得他很自恋呢。其实我刚才听了正、嗯、大都是这样。我,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很自恋，我是对自己算是蛮了解。<laughs> 你看这句话有多自恋的，<laughs> 正大的都这样啊。其实这这样的人蛮好，自那么自恋的话，应该不太容易外遇，因为他自己就会产生自己恋爱自己。譬、啊、如說他去酒店，他就说哦，去很浪费钱，我都觉得我在陪他们聊天。<laughs> 之类的这种啊，我想说，嗯，好像也有蛮有道理的。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玩伴哦、喔。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玩伴啊，对不对？我觉得他可以自嗨耶、欸啊。他可以啊，可是他其实你要给他相对的自由了，你不要去太管他。你也不太喜欢管人啊。嗯，我因为我不喜欢被管。对，所以其实你你其实你的个性还蛮直接的，就是不会跟你伪善，嗯<對>，很直接来的。然后呢？ 呃，怎么讲？很讨厌被人家管，当然也不会去控制别人。放风筝最好的就是不要一直拉他，嗯，你就留那一条线就可以了，嗯。所以这也就是你的婚姻哲学，是對對你一直去就我，你就想想看說，说小孩子都很讨厌被管嘛，你越教他干嘛，他就越你越教他不要干嘛，他就越干嘛。然后你很在乎的婚姻当中的欢乐。 你是不是很享受这段婚姻，跟享受这段关系？我觉得你是啊，不然会很无聊啊，因为会无聊，所以婚姻一旦无聊了，就是离婚的时候。对、啊，但我们都想离婚了，如果 <laughs> 无聊的话。我觉得你的地雷是无聊，对，超无聊的，我就会觉得不行，對,对，很不行。啊、所以坦白讲，你有几个很大的指标，就是嗯、呃，对于这段婚姻你是要很享受的。婚姻不是拿来经营，真类似那种经营管理的，不是，不是那种搞阶级。 嗯，绝对不是，绝对不是,他,是他一定是一个两个人互相享受的关系，<對>而且是一个对手，因为他要信任你，允许你如此，嗯，然后你也允许他如此，都是用同样的方心去享受这段关系，這,这才是真正的爱情，不是吗？是啊，就是找一个可以跟你相处，我觉得应该是说。 他能够理解。告诉你，不要哪一天跟我离婚哦，这这一集拿来当证据。这这是不是跟那个谁跟我对对对，是一种很大的压力，讲得对，对对对。现在是要颁颁发一个匾额先给你好对对对，我们已经找到婚姻的真谛了，不要不要你们不要离婚。原生地，我觉得相处本来就是一个学问啦，人跟人之间的相处都是一种学问，朋友跟朋友之间也是啊。 所以还是一直要学习啦。是、啊、其实说眼前的这时候，我们是用这样去理解，可能到嗯几年之后，我们又用另外一种方式理解。<對>那你要有能力跟上，是，对不对？但人是会变的吧。嗯，因为我我讲一个哈，很多的女人都一直没有搞呃，应该讲很多的男人没有搞懂女人一件事哦、喔，在结婚前两个人的世界呃，男人女人这样爱上你。 可是，在结婚生子，尤其生了孩子之后，女人其实会再度爱上你的，只有一个，就是你爱着她的孩子。哦，对，那个时候女人的爱情会产生变化，她那时候会再度，才真的再度爱上你。我好像不是，还有我都一直都很爱我女儿。对，因为很多的女人对于自己孩子没办法好好被照顾，然后，可是她当看到一个男人在为孩子。 呃，泡呃牛八十八尿的，八十八尿的时候，他会望着那个背影产生了感动，然后产生了爱情。但是我觉得这个很危险。对，但是很多的女人在这个时候会再度爱上自己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危险了。嗯，好，你来说，你为什么觉得危险？因为他只是因为他爱着他的孩子，这个太危险了。那他呢？嗯，他呢？应该在这段关系里头是。 你再度爱上他，是因为他让你看到更不一样的自己，嗯，找到更不一样的自己，你更理解你自己，嗯，你必须要把自己一直不停的放到每一个角色里面，是是你叫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嗯，如果你只是因为你看他的背影，你因为你很爱着他的孩子，就跟有一个人跟我讲说你为什么很爱他，因为他可以让我怀孕是一样的意思啊，是不是？所以呢？ 不要把角色责任放到婚姻里头，而是放到一个很独立个体来看这件事，<是>对不对？对。我觉得，是是我觉得，我觉得就是这些这些莫名的，这个是一种哲学思考。莫名的角，是,是不是？不是<的>？是不是可以说，就是这些莫名的角色，男人应该要怎么样，女人应该要怎么样？嗯。让我们都常常走进一个婚姻的死胡同里面，然后却不知道，<是>就不知道，<說>对，就因为。 很多人说婚姻制度其实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不健康的事。嗯，哦，很多啦，哈、哦。可是我认为很多人正在讲这件而且正在流行讲这件事，所以不婚族变多嘛。嗯，好、哦，因为都认为婚姻制度会让爱情变没有了，或者让爱情变痛苦了。就是我们的题目，结婚还是结仇嘛？嗯。<對 S 2> 所以我每次在律训所跟他们讲做角色扮演，律师选就是律师训练啦，哈、哦。 在上课的时候，我说如果你们不会吵架，你们只要结婚就知道怎么吵架了。如果你是平，<laughs> 我认真的跟你们讲，如果你不会吵架，<laughs> 你,你就只要结婚，你就会懂我怎么吵架。哦、所以结婚还是结仇，为什么？<laughs> <對>因为你知道结婚就知道怎么吵架。<laughs> 对，因为这样，<laughs> 对对对对对，你知道怎么样怨恨一个人，<laughs> 你如果没有这个经验，你只要结婚你就知道怎么怨恨了、啊。坦白讲，真的是你真的很明白了这个事情，所以我会觉得说，呃。 这个世代不婚族越来越多，那我想要讲回头去讲一个，当然是说，可能说这个婚姻制度不适合一个人，你不妨去说社会集体意识下刻板印象所框架出来的结婚的 model 这件事情不适合人。嗯啊，所以问题不在制度，不在制度、嗯，在制度是在于人的刻板印象。太对了，对。对对对我觉得我、哦、这个是今天的最经典的。 It's a really good ending。呀！真的是这样。那这件事情，你如何坦白讲？当你不再被那件事情给束缚框架、那种裹脚布给束缚住的时候，mm. 其实你的婚姻是可以自由的。嗯嗯，我就说你，你在婚姻里头一样是可以任性的，任性的，一样是可以。 很开心的，很自在的，<以>也很自由的，做自己。而且呢，你还有很好的 couple，<是 S 1> 有很好的伙伴。嗯。<是 S 1>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要在婚姻当中走进来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其实你就不用太担心。嗯。因为你进来跟出去是一样的。嗯、真的。真的。你进来，然后跟出去，就是我刚刚一进来就讲一个。 你要知道怎么出去，你就可以走进来。嗯，因为当你是一个人进来，你再出去也是一个人，说你就不用害怕啦，因为你从来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呃一个人在那里。那你在怕什么？真的，当你把这件事情想得很清楚的时候，其实你你可以好好的跟自己相处的时候，你就有办法跟别人相处。对，你可以跟别人相处，甚至包括你明白了这件事情，可能这个人已经不是对手。 的时候，你再离开，你也不会这么多的纠结，嗯、因为你理解，理解，对。然后，而且你知道，离开两个会更好，是是，你会明白了这件事，是，对。所以，我觉得结婚很好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结语：结婚很好啊，结婚很好。<laughs> <對>当然，我就讲不是社会集体意识下面的刻板印象的婚姻。對 典范的那种婚姻形态下的婚姻，他就会适合是一个人，因为你的婚姻本来就是重视人本婚姻嘛。是，就在婚姻当中，你还是一个人本嘛，你没有失去自己嘛。是，男人没有失去自己，女人也没失去。那同性婚，我觉得他们更理解这件事。嗯，坦白讲，他们更理解。所以我一直觉得同性婚姻搞不好，坦白讲，异性婚可能更要多一点学习呢。嗯嗯，或许，但我觉得同性、异性应该。 其实遇到问题是没有差很多的，也, <laughs>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也许他们有他们的课题。對對嗯，我觉得这个是性格问题。<對>有一些人就是抓得很紧，嗯、就是捧在手掌心跟把你握在手掌心看起来好像同一个动作，但是不一样的力道。<對>但很多人没有办法去拿捏那个所谓的力道，嗯，所以最后就把对方掐死。掐死，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呃。 他们对于爱情这件事情，或者对关系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去想的？这个可能要探讨到他们的原生背景，因为没有安全感。我们下一集我们下一集下一集来做对。我觉得今天太棒了，今天可以邀请到呃赖邦玉来我们这边聊这个婚姻的这个，我觉得今天实在是太精彩了，是不是？那最后我们的结论居然是婚姻很很不错，我觉得蛮好的啊。我们今天给你不好吗？你不好吗？ 这好不好？这个东西不适合在节目上讲，好不好？我们这个是你下，你给我说说说。么？我们我们做这个做节目，必须要给人家一些希望，好不好？是啊，好不好？自己去发现，嗯，不需要人家告诉你，嗯，呀呀呀，人家告诉你都是假的，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人生就是要不停的体验不一样的事情，嗯，我觉得结婚是一个挑战啊，挑战自己够不够成熟，是。 挑战自己是不是长大了？嗯，欸、所以如果你愿意冒这个险，<你>其实我我觉得那个体验不错。对，如果你可以看到自己是不是长大了，真的是可以结婚。因为其实好的伴侣也是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对，没错，沒其实太棒了。如果你接受的话，没错，这点我完全的肯定。嗯、是，对不对？对啊，我们都长大了吗？嗯，我是觉得我大概有高中毕业了。<laughs> <laughs> 可以，我好像，嗯，我好像也是啦。对，你说大学，我可能不敢想。对，还有，我觉得大家都还有进步的空间。对，对所以我们都高中毕业，我们都高，今天是高中同学，对对对对，我们今天是高中同学的概念。对对对大学我就嗯再看看，再看看啦。我是谦虚一点啦。对啦，那些硕士博士我也很佩服。对，我们学历没有很高。我们学历没有很高。我也没有希望可以在这个里面念到博士，就听起来。没有没有，我们这样可以，我们这样可以。我们高中。 毕业，我们高中毕业，我们会再进修。是是是，我们我们没有辍学。持续进修，还好我们还没辍学。OK OK 好，k 谢谢谢谢，我觉得今天这个很开心。开心。那你们我也不晓得大家开不开心，反正我们就是觉得婚姻还蛮开心的，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子。对呀，怎么样有一个开心的婚姻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学习。我们高中毕业，然后呃，希望开，正在学习。 哎，对对，我们都还在学，我们还在进修中，对对对，然后也还没辍学。好，对对对，真的。那我们下下一次什么时候同学会 <laughs> 下在同學？<laughs> 下一次再把谁把那个胡庆房再抓进来，<laughs> <laughs> 问他到底是国中还高中还大学？<laughs> 哦，胡庆房那个段素伟也听，<laughs> 他可能会说我都自学 <laughs>。哦，对对,對，他可能都是自學，他没有文凭的那种。 OK OK，谢谢，拜拜，太好笑了。